欢迎翻到嚟《哲学的慰藉》，今季我哋讲世界史的结构啊。咁我哋今季终于入到去 association 呢一 part 啦，即系上一次其实未讲完国族嘅，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咧就首先由 Andrew 咧去介绍埋国族嘅最后一 part， 即系我哋上次讲到国族系一种想象力嘅共同体啦。咁而呢一 part 就系讲紧国族嘅國家的美學咁樣，咁而今日咧 ，Connor 咧就唔得閒，但係佢下個禮拜咧就會 join 翻我哋噶啦。咁啊，而家將個時間交俾 Andrew 先。好 ，clap cl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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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lap， 拍手拍拍拍拍拍。好啦，咁我又繼續講翻上次嗰先，但我想喺我開始前都係講翻。今日咧，因為我聽日朝早有啲嘢做，所以今日我要講埋我呢部分咧都要。先行離去，所以就但係之後會繼續翻嘅，即係聽翻個錄音，所以就即係嚟個新鮮呢個第一啦。同埋第二咧就係、上個禮拜講緊嗰個美學嗰個問題咧，我最後臨尾嗰陣時候咧，因為我一直都好即係嗰次講完之後，我哋都好執著嘅，就因為我一次講錯咗，咁咩意思？因為錄音啊，我費事啊。我講翻就係、是，即係我啱啱去到最後冇記錯的話，我提到就係、是、即係美學或者即係 art theory 本身唔係淨係由即係哲學開始，跟住我就提咗有機會可能係譬如話其他畫家，跟住我講咗個名就係 Caravaggio， 咁但我諗清楚，其實 Caravaggio 以我所知咧就唔係即係好於即係講 art theory 或者點樣去研究呢樣，即係用theory 嘅角度去睇。咁我如果補充翻呢一個位，即係 art theory 或者 artistry 嘅角度咧，整個文藝復興裏邊有條友咧，呢、這個佛羅倫斯嘅人咧叫做 Giorgio Vasari， 咁佢類似一個 systematic 咁樣去睇 art 或者 artist 啊，或者唔同年代，亦會分年代去分有藝術咁樣，所以就想。補翻個重先，OK， 咁咧，呢、這個就係、是上一 part 嘅補充。咁好啦，咁今 part 咧我就講呢個國家嘅美學化，就順住我上次最後埋尾講美學嗰個問題。咁其實美學就即係再 少少 recap， 就係唔係講緊即係唔單純啦。呢、这個 context 講緊討論藝術品或者咩叫靚咩叫唔靚咩叫美咩叫莊嚴或者美嘅經驗係點啊？即係唔單止係呢樣嘢，而係講緊一個感知、感性、情感即係 sensation， 即係 sensual 或者 sensibility、sentiment 嘅問題。咁 which 我哋上次都有講到、就是，即係本身 aesthetic 呢個詞。aesthesis 好似係 aesthesis 甚至 aesthesis 啊，個呢個希臘文本身就係解 exactly 解 cognition 同埋呢個 sensual 嘅嘢，咁呢個就係一個 recap 啦 ，anyway 嚇，咁同埋呢一個位就係補充翻就係、是，即係我呢 part 都係接住講就係我哋上次有討論到就係康德嘅問題，咁我相信一陣間啊可樂都會接觸到康德嘅部分，最主要係講康德先。但係多謝 Andrew 幫我補充你拍先。好，我同埋一陣間講，啱啱你話講感性，康德講個感性假象同埋理性假象咧，我諗我都係輕輕略略帶一帶，但係應該 OK， 因為我近排上堂都有討論過類理性假象呢個問題，所以都可以拉一拉講一講 ，which is 都幾有趣。咁但係 anyway 啦，咁講翻美學化問題就係、是、開始我哋講阿康德就直接分得好清楚就係、是、講緊知識論嘅問題就係、是、what is to be sensed 同埋 what is to be thought， 即係知性同埋感性嘅問題。咁我想呢、這個位補充，我想講就係、是其實可以撳翻我哋樓上有個有條 link。咁、那個就係個Notes嘅 link 嚟嘅，咁 which is 我覺得係好好，因為始終即係太多呢啲第一佢本身個內容已經複雜啦，我哋講緊嘢，第二就係啲字翻譯好複雜。
唔係真係好複雜啊嘛！我想講真係好複雜，同埋我都上次我都有講到就係、是，即尤其是呢啲位置就係、是，我上次都有講錯，搞混淆咗就係理性同埋知性嘅分別。咁我想講就係、是，即、就、係、是、我想應該再拆開啲就係話如果我好深入咁樣講每一個 topic 咧，即係因為並公行，我哋講呢本書唔係講康德啦，首先就係呢本書講喺並公行嘅世界史的結構先啦。咁但係佢拉過好啦，即係大人物啊，或者大 concept 啊，或者甚至大大小小都有。咁但係佢冇乜落住腳，咁所以如果要認真去解釋所有嘢，就會好費事。咁但係某程度上有啲位你唔講又唔得，所以就比較有啲麻煩。咁但係講翻就係啱啱我哋講康德分開感性，就係、是、個英文就係 sensibility 啦，或者 sensual experience 啦。咁但係知性咧就唔同理性，知性咧就係、是、德文就係 Verstand 就係即係呢個理解，即、就、係、是、understanding 嘅意思。咁但係理性就係 Vernunft 即係 reasoning。咁其實某程度上都即係。有個不同的位置就是你即是個知性就是去理解去去你去即是無論你那個 empirical 的經驗你即是普通的經驗都某程度上都有個認知性即是譬如你可以很理性或者不是理性 sorry 你應該很知性地去用到一些concept 去大概去總括到你啱啱經歷過嘅嘢係啲乜嘢，或者譬如話呢只杯係一個杯咁，但係佢係你可以用杯呢個 concept 去理解呢一隻特定嘅杯咁樣，咁類似呢一種都係一種知性。咁但係理性就更加之喺康德嘅框架裏邊就另外一回事，就係、是、即係有 practical reasoning 同埋 pure reasoning。咁但係呢個就好複雜啦，就唔再多講。咁但係想講清楚就係兩樣嘢，我哋討論緊嘅就係感性同埋知性嘅分別。咁呢個就係康德嘅認知論個分開咗兩樣嘢。咁但係康德之後咧，就有班浪漫派嘅人啦，唔單止係哲學家，有詩人啊，有呢個神學家啊，有人類學識嘅探討啊等等諸如此類啦。咁其實佢哋就係想去超越。康德呢一種分開咗二元嘅理解，咁但係我哋講咁多咁即係 theoretical 嘅嘢啦，或者甚至咩講 epistemology 嘅即係認知論嘅嘢，咁但係究竟講緊啲乜嘢咧？咁其實佢並公行佢呢個位就講到就係、是、康德所分出嚟嘅二元咧，唔單止就係理論上面嘅問題，佢好想嗰個好具體嘅問題就係、是、我哋。所想的東西或者我們所在知性或者甚至在理性 的我們想到的東西呢或者的事物和實質在世界上面存在或者現存在這個空間的物別即是物呢有一種本質上面的不同，咁聽上去即係咁好簡單，就係、是、你諗嘅唔係同你即係實際上嘅嘢係一樣啦。咁但係好簡單嘅一句説話，咁但係個 implication 喺邊度咧？那個問題就係、是，俾個人就舉個例子，就係話，譬如話喺呢個資本社會底下嘅 context 或者嗰個 structure 底下啦，咁大家人人都會講話啊，我哋喺唔同方面都人人平等啊，即係呢一種嘅理念。咁但係實質上咧，即係喺社會個現實實況裏邊咧，就唔係人人平等。即係人平等呢樣嘢根本上就唔存在，咁但係亦都會呢、這個就係嗰個 idea 同埋個 reality 個分別。咁呢一個位咧，俾個人再跳咧，就係、是、會就會話呢一個二元嘅分裂啊，呢、這、一個即係我哋所諗嘅同埋實質上面嘅嘢嗰個經驗咧，呢、這、一個嘅斷裂咧 ，exactly 就係文學作品就嘗試通過。文學裏邊嘅想，即係文學作品裏邊嘅想像力啦，去嘗試超越呢一個斷裂。咁點解無啦啦呢位講文學作品咧？咁其實都係想講翻，即係我自己理解啦，就係想講翻呢個想像力嘅問題。咁於是就係關於即係民族嗰個問題啦。咁我哋上幾集或者不停都圍住呢個 topic 講，就係、是、究竟想像力係啲乜嘢？咁但係即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咁我哋可以聽翻之前嘅 recording。咁咪住到會好趣，好咁咪已經講咗三句啦。即如果跟住用碌屎講嘅嚇，咁講翻民族嘅問題。咁民族作為一種即係承住我哋一路講緊嗰個物學，就係作為一種想像嘅共同體啦，運用想像力啦。咁佢利用想像力嗰、那個效果係點咧？咁佢喺呢個喺
喺翻資本主義經濟嘅 context 底下咧，並可能就會覺得民族就係一種喺資本主義經濟底下嘅差距，同埋自由平等嘅缺陷等等呢一啲嘅現實條件底下。利用想像力去彌補這些缺陷的一個共同體，但是這個問題呢，就在這個 context 或者在這個社會結構裡面，民族的意義呢就會有一種矛盾在這裡，因為它一方面呢它就有別於就作為統治工具的國家那個 state apparatus， 它作為一種用想像力去產生互酬性的一個的共同體，同埋對平等主義有要求，咁其實呢個互酬性同埋平等主義嘅關係咧，我哋喺好早期即係本書嘅開始，其實都有討論到，即係互酬性本身就係對平等主義嘅一種嘅趨向。咁所以即係呢一方面咧，民族咧就其實本質上就同呢個國家同埋資本作出一種抗議嘅態度。咁但係另一方面咧，佢民族喺國家同埋資本這個結構，即這個社會結構底下能夠共存的那個或者能夠存在的那個條件呢，就是exactly就是它能夠用它的想像力去消除國家和資或者國家/資本之間的問題。咁所以某程度上它一方面它就能夠即是獨立起身、獨善其身，或者有自己的作用啊，對抗國家和資本啦、但同一時間它作為這個結構上面的一個部分呢，也都防止了整個結構的崩潰。咁好啦，我哋讲呢个结构系咩结构？矛盾系啦，呢、這个就系一个唔单止系即系啦，民族或者如果我哋或者定国行呢个位 exactly 就系讲紧我哋其实由上一本书又已经提到就系呢一个上一本书有冇提到咧？定系呢一本书咧？就是、我哋讲嗰部Borromean Ring， 即系嗰、那个那個佢上一本書我哋有自己講，但係佢呢一本書係有正式講呢一個。哦，係啦 ，Borromean Ring 係啊，係啦。呢個就係、是、我諗，如果大家即係好難形容啊，就係如果大家有興趣，就可以再撳落個 link 度咧，喺我個 part 嗰度咧，喺我擺好多 meme 圖落去。不過 anyway 啦，咁佢第二幅圖咧就係嗰個英文版嘅嗰個模型啦，我唔中文版都一樣，只不過係嗰啲字唔同咗。咁佢個即係佢呢個 ring 嗰個結構就係、是、個問題或者嗰個重點咧，就係三為一體啦。咁但係個三為一體嘅問題就係大家缺一不可嘅。如果你甩咗一邊咧，這個 ring 這個環咧都會散。咁呢個就係、是、這個作為一個 metaphor 或者作為一個唔好 metaphor 唔係單止 metaphor 啦 ，exactly 係一個結構上面嘅 representation 咧。比較我想表達嘅就係、是、即係作為這個我哋即係歷史或者去到呢一個位嘅社會結構咧，我哋而家就係相處一個相處嘅位就係國家作為一個最根基式嘅fundamental 啦。我補充咗個有顏色嘅 Borromean Ring。哇，好哇！咁就容易啲睇到佢哋所謂三為一體嘅嗰樣。啱啱好 ，thank you 可樂 ，exactly 就係 exactly 我話，如果大家有睇個錄視咧，就係嗰個圖下面一個 3D 版嘅。即係真係每一個環、每一個環、每一個環咁扣住你，唔能夠甩一個出嚟。咁呢個就係嗰個意思。咁呢三個結構嚟講，呢個問題係咩咧？就係國家、資本同埋民族呢三個左右結構。咁呢一種嘅理解咧，就應該取代咗舊陣即係以前嗰種淨係理解國家同埋資本嘅關係。咁好啦，我哋講咁 Q 多啊，國家、資本、民族啦。咁想表達啲乜嘢咧？並公行呢個位我覺得好有趣咧，佢就係用哲學史啦，第一同埋哲學嘅認知論上面去解釋咩叫國家，或者喺國家嘅層面底下 perceive 或者佢 under 國家呢個層面底下，我哋去點樣理解一啲嘢？咁呢一種嘅認知論嘅結構，佢就分咗 exactly 就分咗三 part， 就係喺國家嘅層面就係 understanding， 喺資本主義經濟即係嗰個社會實況嘅睇下之後咧，佢仲有感性 sensibility 嘅嗰、那個呢、這個劃分，而民族咧就歸翻我哋一路以嚟所講嘅想像力。咁呢一個位亦都同時間掌握咗即係我哋
在人的認知論上面那個三大的那個理解事物或者那個認知的那個faculty， 即係個你個理解能力的分配咁樣，咁呢一種結構亦都相呼應。我哋去理解呢個社會實況，即係一半腳係喺個，即係一隻腳係插喺一個社會實況，一隻腳搭喺呢一個理念式嘅 idea 式嘅嘢，就譬如啱我哋所講嘅社會資本主義底下，實質上就冇人平等，即係人人都唔平等嘅。但係我哋亦都相信，或者有一種呢一種概念，就係人人平等啊，會嗌呢種口號，或者會有呢一種嘅想法，或者會覺得我哋同一時間會喺呢一種嘅理念底下啦嘅一種嘅想像。咁呢個就係並屋行一個好大嘅，即係我唔知好大啦，可能我見識少啦，但係我覺得係幾有趣嘅一個嘅 approach。咁好啦，咁講完咁多就係、是、咁我哋初覺得，但係即係如果大家跟住嘅話，就 bear in mind 就係呢一個圖其實係相呼應，即、就、係、是同時間嘅，或者同質上面係一樣，即係 understanding、imagination、sensibility 呢三個咧，其實呼應翻即係 analog 呢一個 state capital domination 嘅一個關係。咁好啦，咁究竟同美學化有乜嘢關係咧？講咁多，咁去翻就係啱啱我哋講就係康德分開咗 understanding 同埋 sensibility 作為一種絕對分開嘅認知啦。咁去到呢個位置就係我哋啱啱亦都講到浪漫派，即係佢啲師弟，唔係佢 sorry， 係啦，佢啲師弟或者佢啲徒弟嘗試超越佢，或者超越呢種二元嘅分立。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如果以浪漫派嘅哲學家，即係並可能呢個位置就係、是浪漫派哲學家作為一個base， 佢就會話浪漫派哲學家咧，佢處理民族嘅時候咧，好多時候就將民族已經作為一個已經既有嘅客觀現實，但佢都冇考慮到民族本質嗰個 rationale 或者嗰個機制咧，或者嗰個本質咧，就係通過想像力去形成。咁但係呢一種亦都無可厚非，即係佢哋會視為一種客觀現實咧。第一就歷史條件啦，即係佢嗰陣時候嗰個環境啦。第二就係亦都係因為佢喺哲學史上面或者呢一個理論上面咧，嘗試都係想嘗試超越康德所分開咗嗰個 sensibility 同 understanding 嘅問題。咁佢呢個位咧，佢就舉起咗一個第一個嘅浪漫派嘅哲學家，就係、是。都是德國的哲學家啦，咁佢就係個名叫 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 咁佢就喺1712年咧就寫一篇 essay 啦，咁就叫 Treatise on the Origin of Language， 即係應該係關於唔係論呢一個語言嘅起源啦。咁其實都好有趣嘅，就係佢唔係無啦啦自己試翻或者研究開呢樣嘢。當然佢研究開呢樣嘢啦，咁但係佢寫呢樣嘢個原因就係因為呢個柏林嘅好似係柏林嘅定係巴黎啊？柏林我唔記得咗嘅Academy 咧，就開咗個獎出嚟，咁佢就去。跟住佢就去報名，咁佢就寫篇文就係 exactly 就係關於呢一個語言嘅起源。咁其實17即佢喺呢個時候都算係一種最早或者唔係叫先驅啲嘅身份。咁佢喺呢篇文裏邊，佢就用一個比較人類學識嘅觀念或者人類學識嘅 approach 去處理。佢就一開始就會比較咩啊？佢就第一句佢就會話啊，其實動物咧都有語言嘅咁樣，咁就會處理呢啲問題。咁但係我哋唔講嗰本書講啲乜嘢先啦，因為第一我都未睇曬啦，我都係純粹即係睇咗幾頁同埋睇咗佢嘅 summary 就講啦。咁但係有趣嘅位係在於咩咧？就係、是、我哋去翻民族個問題，就係佢就會處理民族咧，就係、是、作為嗰個核心咧，或者其中一個嗰、那個條件咧，就係、是、語言。咁但係佢再討論到就係語言究竟係乜嘢，語言起源係乜嘢咧？他就覺得語言的起源本身就已經有理性或者知性的參與在裡面，剛才我們講過就是 reasoning 或者 understanding 的參與，那也都有別於就是這個盧梭所提出的語言起源論。那盧梭的見解就是覺得language is origins from 一個 sentiment 的 realm 的，那這個就是跟盧梭有所分別。那所以在這個位置這個 Herder 咧，佢就會覺得知性同埋感性咧，一開始就已經係綜合為一體噶啦。
即都是本源的，都是同根生的这样。咁其实是一路铺叙的，铺叙在后面一阵我哋会睇到另外一个哲学家，咁但是他继续讲埋落去啦，就是咁究竟佢讲感性的基础是啲乜嘢呢？咁其实他想讲就是感性的基础就已经在讲紧，唔系我哋一开始讲紧就是话啊，纯粹就是 empirical 的。完全沒有理性的參與，或者完全沒有知性，就是 understanding 的參與，那種理解呢已經在 Herder 的理論來說已經不同了。因為他會覺得第一語言，我們說就是語言已經有理性的參與啦，第二就是所謂感性的基礎，就譬如說風土語言，或者用同一個語言共同體的民族，那德文他這個詞就是 folk， 就是 Volkswagen， 就是這個大眾汽車那個 folk 的嘅呢個字啦，咁換言之咧，將呢三種嘅 element， 即係呢三種一半有，我哋都會叫做感性嘅基礎，但其實佢裏邊已經滲透咗有理性嘅參與咧。咁換言之，呢一種嘅理論結果咧，就會話就會將感性理性化，亦即係同時咧，就係將理性同埋知性，即係將reasoning 同埋 understanding 微學化。咁呢個位置好複雜嘅，即係我覺得，因為佢寫出嚟咧，中文譯出嚟已經複雜啦，英文譯出嚟都好複雜。因為我哋要理解呢一句説話究竟講啲乜鳩咧，就係佢講一個感性，就係點解可以將感性理性化咧？就係因為以前感性係嗰個理論框架就係冇理性嘅存在，係一種分裂，所以將語言或者將風土呢啲樣嘢歸埋落去感性呢個基礎度咧，就本上就係將感性理性化啦。咁點解話理性同埋知性美學化咧？咁其實就係因為理性同埋知性以前咧就唔屬於美學嘅範疇裏邊，即係唔屬於 sensation 嘅範疇裏邊。咁所以某程度上就係雙向，一邊感性理性化，另外一方面咧就理性咧就變翻美學化。OK， 唔知有乜鳩，咁就 anyway 啦。咁呢個就係呢一個理論上面嘅一個 twist 嘅一個嘅過程。同埋你講得好似好容易咁樣，即係好似哦，咁我哋由今日開始就將感性納入理性啦，耶！係啊，咁樣聽上去就好似好容易啊，但其實係一個好大嘅對。第一理論上面其實很多都是理論上面的層面，後面都有講到就係同現實的歷史進程或者實際的歷史進程係冇乜關係嘅。但係這個是即係對喺理論上面層講理論層面嚟講，對一些 concept 嘅理解係或者哲學史啦，就咁講哲學史上面個理解係的確係一種很大的轉變。而我哋後面都會講到就係究竟這件事對國家或者民族的關係在哪裡？如果用回我們那個剛剛那個三環的概念來講的話，那好了，那我們講的就是那所以呢，就是我們剛剛講的就是民族本身就是其中它的建基於感性基礎啦。那而因為我們理性就是這個理解這種理論機構，就是這種理論的改變呢，也都令到國家呢就變成了一種民族，即係畫上咗一個等號，因為國家作為一種理性嘅層面咧，咁佢同時間即係建基於感性噶嘛，咁但係感性已經被理性化嘅時候，所以就變咗可以即係畫上一個等號。咁但係呢一種嘅理解就有別於就我呢種理解國家或者呢種理解民族嘅理論咧，就有別於這個社會契約論者嘅理解，即係我哋一開始會講這個霍布斯啊，或者這個社會契約論，即係盧梭嘅理論，或者咩這個 volunteer 在民，係主權在民嘅呢一啲嘅討論，咁就完全有別於呢樣嘢。咁好啦，講完啦 Herder， 咁其實都係輕輕嚟過，佢就係講緊呢個位並行想帶出就係、是。在浪漫派的哲學家裏面，點樣將語言的基礎完全建基於感性和理性，或者再 precise 嚟講，就係感性裏面本身已經有理性的存在。咁推到下一步，就係呢一個佢介紹咗另外一個哲學家。咁係啦，咁我喺個錄詞度都加一個臉書介紹佢啦。Rick Roll， 咁啊 ，Johann。係啦，Rick Roll，你有冇講到佢？係。
就是这个这样的人，不是，就是我们不是说你说这首歌，我们说Johann Gottlieb Fichte，费特这个人。那费特呢，就我想其实都很就是都很，如果说的民族主义或者说研究民族的，其实都很就是iconic， 因为他有一系列就是一个演讲稿或者一篇文章叫做这个向德向德意志民族讲稿，是不是叫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译，但是即他德文就是 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 就是1808年写的，他就是 based on就是讲德意志民族究竟是什么东西，或者即作为一种的即广告，或者他讲什么叫 nation， 或者什么叫德意志 Deutsche Nation。 那很有趣的就是呢，我们现在即我们不跳进去讲什么叫他怎样讲什么叫德意志民族，而讲 Fichte 费特这个人呢，一个他除了有份去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民族之外，他也有帮助就是我们现在学校一个 systematic 的功课，或者一个compulsory， 我们一定在学校里面做功课。为什么有这件事呢？就完全是因为他，就是因为这个有了全民公敌主要就是全民公敌。现在这个小孩说究竟谁发明了功课，就让他报仇了。是的，就是这个人，就可能就是我哋中學生版嘅，究竟邊一個發明了功課，就唔係翻到，就唔係邊一個發明翻工。咁係邊一個發明了翻工都好值得追究。但係第二個節目，呢個可以係。呢、這個應該之後都應該有，應該會已經過咗。過咗啦。好似過咗啦。係咯，已經產業資本主義開始要唔要翻工。是啊，不过不要紧，其实就是他就将就是我们讲费特这个人，他就是将他就是将这个功课变做必须，在九年教里面就变成一个必须，就是，但原因呢就不是为了改善教育或者改善那个就是不是用一个教育的层面去出发，而是想重振这个以致民族性的一個方法，就是想用國家或者一個 centralized 的政體 去想證明，就是能夠 positively 去影響到每一個個體。其中一個一環呢，就是增加這個民族感情，就是通過做功課去建立這種關係。所以其實而他即Exactly， 他做呢樣嘢就係好似1884年嗰個環境關係，就係冇咗嗰個民族嗰、那個自尊或者嗰個認同感，咁佢就通過呢一個關係，即係通過功課呢樣嘢去建立呢個民族情感。完全都係楊偉雄會講嘅。係啦，就係要填下功課，究竟選舉係咪嘅必要條件係咩啊？咁就要愛國者治港咁樣類似嘅嘢啦。咁呢一個好啦，咁我哋講一篇啦 ，Fichte 啦，佢嘅偉大嘅貢獻啦，發明咗功課啦。咁啊，同埋批評我話就係唔係淨係 Fichte， 即係理論上發明功課係有幾條友嘅，即係好似好早期已經有啦，但係就冇一個特別嘅定論。咁但係 Fichte 對現代教育嘅體制裏邊功課變成一種必須咧，佢就好大功勞，難辭其咎。係。咁呢個就係費特留俾我哋嘅其中一個嘅禮物啦。咁另外一個禮物咧，或者另外一個思想上面嘅貢獻咧，就係啱我哋講話對德意志民族嘅演講稿演講。咁佢就係將民族嘅核心咧，就放喺語言呢個位度。咁就乘住啱我哋講起咧，都係講語言嗰個起源啊，或者理性嘅參與啊等等嘅嘢啦。咁佢喺嗰個演講稿裏邊咧，我就讀曬成篇啦。咁因為都好長啦。同埋都冇乜即個意思咧，或者啊，俾我行佢高咗一句，起咗一段咧，佢就會話國家即係國家嘅最初嘅自然疆界
是一种内在的疆界，而这种内在的疆界是一种自然天性所产生出来的内在疆界。而这种内在疆界是什么呢？就是或者怎样形成一个内在疆界的居住者呢？就是相操或者讲相同语言的人聚集一起，能够互相理解，甚至更加明白地取，即有能力啊，去更加明白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咁自然而然地咧，佢哋彼此咧都属于大家，系一个不可分裂嘅整体。咁呢一种精神上面嘅内在边界咧，就是一种比较，就是一种更比起外在，即系 physical 嘅国家边界更加原始。而调翻转头，即系呢个系费特嘅理解啦，或者费特嘅一个好 rhetoric 嘅演讲啦，佢就话其实系一种精神嘅内在边界 ，exactly 就系产生外在居住嘅外在边界嘅一个嘅源头。即係我哋外在嘅，即係外在邊居住邊界或者國家疆界咧，就係一種精神嘅內在邊界嘅一種 extension 或者一種顯現啦 ，realization。咁所以佢呢個就係講緊民族。跟住佢有一個位就係話，有個 metaphor 就係佢話一種好自然嘅環境底下咧，我哋唔會話同住喺同一個人嘅住喺同一個地方嘅人咧，佢哋係一個民族，所以因為他們住在同一個地方，所以他們就是一個民族，或者屬於彼此，而是他們有一種更加自然的內在條件，所以他們就會自然住在一起。而如果他們有幸的話，山河、山川，即是山脈和河流呢，也都會庇佑他們。這個就是他的，即對民族的一個很浪漫式的表达啦。咁佢讲翻就系德意志民族究竟咩咧？就系德意志民族就系使用同一个语言，用同一种思维模式，而有别于其他民族嘅一个整体。呢个佢似系多啲似系 efficacy 多过似 scientific research 喎。系啊，佢呢个系比较情感嘅演讲稿嚟啊。啊，系啦，系啦，即系其实因为嗰阵时普鲁士其实系四分五裂噶嘛。即係都係一個所謂德意志，即係佢係喺個德意志 formation 入邊，佢透過提倡呢種精神嘅內在去疆界，去將呢啲唔同嘅 tribe 綁埋一齊咁樣。係啊 ，exactly 佢就係嘗試做呢樣嘢。而我記得我之前睇我喺 Connor 嗰度借一本嗰本主權在文論嗰本中文上年出啦，定前年出。李宇森嗰本。係啊，嗰本佢最後嗰個 chapter 都有講到費特嗰、那個呢一、這個嘅演講稿，佢都有講到即係所謂內在邊界或者語言嘅條件。但係咁當然就唔係淨係講費特，但係我覺得都好有意，即係好有趣嘅一個嘅，即係講緊民族啊，或者講緊文嘅呢個問題。咁係啦，咁就呢個唔關事，咁啊再講。咁好啦，啱我哋。即係講提起咗阿費特嘅，即係呢個偉大嘅，即係好催情、好浪漫嘅一個嘅言論啦。咁究竟佢個 implication 係咩咧？咁就係喺呢一個維平嗰行咧，就覺得佢就係將或者唔係維平嗰行啦，咁其實好即係好明顯就係佢將民族同埋國家本質上面區別開。咁就係國家就係所謂嘅外在邊界、外在疆界。而民族所擁有咧，就係內在邊界。咁再加上就係、是，即係啱我哋講就係外在邊界，就唔單止係純粹一種即係獨立嘅或者就肯定上面嘅考慮，而係一種來自於民族或者民族裏邊嘅唔同嘅人嘅 internal 嘅邊界嘅一種 manifestation 嘅一種嘅過程嚟。咁喺呢個位咧，又要好巧口咁樣講咧。就是他將這個位置阿費特就將語言呢納入為所謂內在邊界，而同時間呢同一道理就是將理性美學化和感性化，而再推演再遠一點呢，什麼叫將理性感性化呢？就是感性的區域調轉頭就被精神化。哇，那說回人話，那說回人話就是什麼呢？就是他將其實我不知道怎樣說人話，但是他只不過是不同的、就是、conceptual 的
嘅，即係 theoretical concept 就嗰個 boundary 係咁 shift 嚟 shift 去。咁但係一陣間都會講到，就係講黑格爾嘅時候，亦都會再提翻呢個所謂精神化或者理性。或者感性去到理性之後，去到精神的這個的一路所謂不同的 station 的關係。但是剛剛另外一個位置就是他有講到，就是說很有趣，就是通過語言或者文學作品呢，我們 sense 即一些 sensual experience， 譬如說山川山河，你都會被美學化，成為一種屬不是只屬於一個地方的風景，而是屬於一個民族的風景。這個就是一個語言文學作品，所謂理性、感性、知性，大家互相美學化，大家融為一體，超越嗰種語言分裂嘅其中一個結果，亦都係一個即係呢個民族主義或者民族嘅 context 咧，就會發生到。咁之後咧，並可能佢再 quote 阿費特喺呢篇演講稿裏邊繼續講啦。咁佢就費特裏邊講到就係話，德意志民族嘅語言咧，就係由天然力量並發，而且活生生嘅語言。而比較喺其他日耳曼民族嘅語言咧，其他耳曼民族嘅語言咧，表面上有活力，但係根底咧，佢係僵死嘅。Battle 人哋係。diss 佢啊咯，咁究竟我覺得呢個位就好有趣，即係並可能講或者 call 翻，即係繼續去接住呢一個位，我覺得幾有趣嘅就係話，費德咧就係佢唔會講話忽視或者咩啦，我唔知佢中文係點，我冇睇中文啦，嗰、那個 exact 呢個 wording 係點啦，但係佢英文版就係費德忘記咗。德文的形成呢，其實是來自馬丁路德，即是翻譯聖經，即是由拉丁文轉做德文的這個，即是我是一個 official 的 language 的形成。那我覺得那個主角，或者這個可能我自己個人解讀啦，但是他就是說忘記或者遺忘這件事，他就是說民族的語言，或者民族語言建構的完成那個 moment， 就是在於當他或者民族啦唔記咗個本源喺邊度，咁喺德文呢個 context 就係佢本源，即係佢費特等等呢啲浪漫派嘅哲學家咧，忘記咗德文以前作為一種來自舊帝國書寫嘅文字，即係喺呢個 context 拉丁文啦嘅一種嘅翻譯。而呢一種遺忘咧，直接 shift 到就係會即係直接就會覺得啊，我哋而家講緊語言咧，呢、這個 spoken language 咧，猶如 as if 發自直接的感情或者內在精神的一種顯現。那這種忘記這種遺忘呢，就是導致一個新民族語言或者民族結構，即如果民族作為一種核心就是語言的話呢，就是一個很 decisive 的 moment， 就是你能夠忘記。那所以就是反過來，即人最大的煩惱就是記性太好啊。你鋪過這個gap好嗎？鋪我找不到，就我就鋪我在個 notes 就唯有找到黃藥師這個東邪西毒王家衛的經常被人 quote 的一個位置。那 anyway 啦，誰我看他說，所以就去到這個位置，就所以阿炳可能佢嗰個主角就係話，當時所謂費德啊、希拉達啊等等呢啲浪漫流派嘅哲學家咧，佢所謂發現嘅呢一個嘅工程啦，或者呢一個發現嘅呢一個spoken language 或者語言嘅呢一個位咧，其實佢已經發呢種語言已經發展到係有知一個，即係唔係純粹嘅感性嘅媒介，而係一種有知性、有 understanding 嘅存在。咁所以阿炳光喺呢個位佢就再即係安排翻，就係究竟 aesthetic 佢想佢討論緊嘅美學或者討論緊美學化嗰樣係啲乜嘢咧？就係、是那個過程就係去嘗試撮合或者聯合起 understanding 同埋 sensibility 兩個唔同嘅認知問題。好啦，咁呢個咧就係、是。一輪嘴講了很多，即係浪漫派，即係由康德的分裂去到浪漫派的哲學家點樣嘗試去彌補，或者點樣去超越嗰、那個知性同埋感性的關係啦。咁浪漫派的哲學家或者德國觀念論的頂尖嘅尖峰咧，就又要不得不提呢一個黑格爾呢個哲學家，即係德國哲學家的一個
的人啦。好啦，咁呢個位咧就係、是、我就呢、這個我喺屋企度擺咗黑格爾嘅呢張神卡啦。佢就爆星，爆星啊！佢係挑上嚟真係打佢唔到。咁 exactly 呢個位咧，究竟即係或者我唔知，即係我咧 cliche 啦，就黑格爾你你唔可以反對黑格爾嘅哲學，因為你反對黑格爾嘅哲學，其實你都係啱唔啱黑格爾嘅哲學，係啦。咁佢就係有即係有呢一種嘅哲學上面力嘅威力啦，咁樣。咁究竟係點樣做到咧？好中意你有個字啊 ，The power of guys is infinite。係，so the holder of this card is invincible 。咁啊。咁啊，呢個就係哈格爾嘅即係一個 meme 啦。咁阿比高人呢個位就講就 quote 咗哈格爾嘅法治學原理嘅呢個 philosophy of right 呢個德文嘅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咁究竟呢本書講咩咧？咁其實你啱啱我哋一開始或者我一開始啦，或者其實我哋一路都不停咁重複就係嗰個三環，就係國家。資本同埋民族，咁呢、這個呢種即係社會或者係咯社會現實嘅結構啊嘅理解咧，其實最早咧或者最明顯咧，就係、是、由黑格爾呢一本《法治學原理》所得出嚟嘅一個嘅一個嘅理論框架嚟嘅，而馬克思都係 base on 呢一種嘅呢一種嘅框架去 critique 嘅。咁其實我哋一開始喺第二。三個 chapter 嗰陣時已經好早已經提過，就係佢點樣去 critique， 即係馬克思點樣去倒轉咗呢一個所謂啦，即係倒轉咗呢個黑格爾嘅dialectic idealism 嘅問題。咁但係呢個唔重要唔多。即係總而言之，國家就係個歷史精神嘅最終體現。嗯，係啦，或者係啦，係啦，呢個就係國家就係、是、應該講佢後面都阿炳安都提到，就係國家就係、是、即如果如果啦，係佢嘅 context 係，既然民族一方面佢亦都有理性嘅根啲基礎嘅話咧，咁佢嘅精神即係佢作為一種進步式嘅，即係一種 accumulative 式嘅進步嘅話咧，佢嘅終點必定會邁向國家，所以就會出現咗民族 / 國家嘅呢一個嘅結果。咁呢個就係哈格爾嘅即係嗰個討論呢一個精神嘅問題。咁啱啱我哋講就係 exactly 就係講緊就係話佢分開咗就係講緊社會結構、資本經濟一、資本經濟二、國家三、民族。咁但係唔係一二三順序嘅，唔係 ascending 或者 descending， 而係一種結構上面大家維係住一個reality 或者一個社會嘅結構啦。咁佢喺呢本嘢裏邊，即係呢本法治學原理裏邊，亦都會就係討論緊呢個關聯。咁佢從住一開始就講家庭啊，就講公民或者市民社會，之後再講到國家不同層面之間的結構，講緊自由意志或者即係個體的出現啊，咁幾得意嘅。即係佢，但係佢方式咧就，因為佢講緊，因為我一路講緊就係話呢三環唔可以甩開一個嚟講，因為甩開一個講就講唔到啦。第一就亦都唔 work。咁唯有點樣可以三方面都講到咧？同一時間佢就係用即係。用呢個辯證法嘅方式就係、是環環相扣，之後唔同嘅我都唔知呢位點樣解釋嘅，但係佢辯證法都係簡單嘅辯證法嚟講，係啊，要成日同你講，同埋會講就係佢係一種過程，佢係由所謂其實應該馬克思黑格爾嘅辯證法咧，唔單止係即係亦應該我理解啦。嘅黑格爾嘅辯證法就係佢好中意有開始講開始嗰、那個 Anfang， 即係嗰個 start。咁 hard start 係啲乜嘢咧？佢就會覺得係一種譬如話喺認知結構裏邊，佢就會覺得一種 unmittelbarkeit， 即係一種即時，譬如話感官上面嘅理解啊，或者呢個 sensual experience 呢種就即時。咁佢個譬如話佢嗰個Phenomenology of Spirit 呢個精神現象學嘅裏邊，亦都開始其實就係講緊呢一個
essential certainty 同埋即係呢啲嘅問題，佢一路講到就係咩叫 understanding 啊，咩叫 finding 啊，咩叫即係知性啊，咩 understanding 啊，一路講講講落去，就係講到去咩 absolute guys 啊呢樣嘢。咁同一道理，佢喺呢本嘢裏邊都係講緊呢個過程。咁譬如話咁但係即係喺呢種結構上面嘅進步遞進咧，喺家庭佢就喺翻呢個 context 就講即係社會啦。佢又講家庭，咁佢就講緊或者講緊家庭，佢就係講緊一種近代嘅核心家庭，即係 nuclear family。咁就係都有一個比較早嘅或者比較有趣嘅切入點，因為佢唔係講緊咩叫原始部落啊，或者會講緊人類學識嘅討論咩叫家庭啊，家庭嗰個喺社會裏邊嘅 function 係點啊，而講緊一個 as 一個 unit as 一個 unit。而但係咧，公民社會咧就係核心家庭之上嘅有更高嘅位度，咁所以喺呢個咁嘅世界或者喺呢個咁嘅結構裏邊咧，就係唔同嘅慾望、唔同嘅 egoism 咧，就之間不停衝突嘅一個競爭世界。咁呢一種嘅呢個係好跳啦，但係我講埋落去先啦，就係譬如話佢講呢個比較講嘅公民社會究竟包含咗嘅嗰個。嘅嘢係乜嘢咧？哇！屌你，講到上氣，接唔到鞋，我未自己諗得出，唔緊要，我哋繼續要變性咯。係啦，唔緊要，我哋相信，唔係相信，總之就係會邁向呢個 truth 嘅。咁好啦，咁我哋講緊公民社會，就講緊譬如話市場經濟嘅社會啦，或者講緊國家體制 state apparatus， 咁裏邊包括警察啦。司法制度啦，社會政策啦，志願團體等等唔同嘅或者唔同嘅職業團體都會有好多唔同嘅，佢有好分到好細咁去討論呢啲唔同嘅架構或者唔同嘅衝突。咁但係咧喺呢一個就咁去討論國家或者就咁討論呢個層面裏邊咧，黑格爾就會覺得佢呢一種嘅state 咧，只係一種 state of understanding， 佢只係一種知性上面嘅國家，或者只係一個知性上面嘅狀態，仍然缺乏咗所謂感性或者所謂 sensibility 嘅問題。咁要能夠達到一種綜合到，即係能夠超越到嗰種知性感性之間嘅分裂咧，就係唯有通過民族/國家，即係民族最後。即係民族，因為作為感性噶嘛，即係作為民族係建基於感性嘅一部分嘅時候，但係某程度上，我哋好長篇大論討論到就係感性經過浪漫派哲學嘅洗禮之後咧，已經埋藏咗理性嘅種子，佢哋論證咗喺呢樣嘢裏邊嘅時候咧，咁你等陣啦，只馬位好炸我，好 Q 啊！OK， 咁係啦，咁呢個咧就係咁唯有要達到呢種 synthesis， 即係呢種綜合咧，就係唯有就係喺國家民族/國家嘅情況底下可以揾到。咁但係即係一個 remark 就係黑格爾講就點樣去揾到呢種 model 或者點樣呢個理解咧，佢就唔係喺當時所謂嘅德國或者嗰陣時候嘅帝國裏邊揾到啦，或者德語區裏邊揾到啦，而係喺嗰陣時候嘅英國作為一個藍圖去參考嘅一個嘅所謂。这个历史的终结或者个顶点Terminus 个终点在哪里，所以呢我们讨论这个问题就是究竟民族是怎么叫呢，我讨论了很多东西，大堆东西都不知道自己，我都不知道自己有什么春，但是个问题就是去到这个位置，就是 theoretically speaking 民族这个 concept 或者民族的理解呢，已经一方面是扎根于家庭等等呢一種感性嘅屬於感性嘅基礎，咁但係同一時間咧，即係如果用 under 黑格爾嘅理解，就一方面咧就只係出於超越家庭嘅公民社會或者更加位之上嘅一個嘅維度，咁所以某程度上係一種又係 paradox 嘅問題。咁但係點樣處理咧？就係啱我啱啱都提到就係同希拉達一樣，就係感性嘅基礎本身咧，即係經歷咗啱我講浪漫派嘅洗禮之後咧。已經不單止是純粹感性，或者即所謂純粹感性，即是沒有理性的或者沒有知性的參與，那已經不同了，已經改變了這個理解的時候呢，
咁既然感性嘅基礎本身已經有理性嘅種子，咁之後嘅發展，即係譬如民族之後嘅發展，佢某程度上咧，佢有個必然性喺度。咁個 necessity 或者呢種必然性喺邊度咧？就係佢隨後嘅發展，只係呢一個埋藏咗喺感性裏邊理性嘅呢一種嘅種子咧，一種自我實現嘅過程。咁所以某程度上，或者喺呢個意義底下咧，民族嘅發展。個必然性或者個自我實現的過程咧，最終就一定係兩國家。咁呢個就係、是、因為個國家就係一種理性嘅最終體現，或者精神上面體現嘅時候咧，咁呢個就係黑格爾嘅嗰個 understanding 底下嘅一個過程嘅一個嘅理解。咁好啦，咁咁當然啦，咁啊並行都加咗住嘅就係、是、咁當然呢一種理論哲學理論咧，同實質的歷史進程是沒有關係的，簡單地說，那為什麼或者去到誰呢即是都是說就是啊，既然歷史他的理論說到這樣，那為什麼歷史沒有終結到呢？究竟或者為什麼這個資本主義或者就是這些問題完全沒有終結到或者還在這裡呢？我們還有仲剩低啲乜嘢可以討論咧？或者仲剩下啲乜嘢咧？或者仲剩下嘅可能性係啲乜嘢咧？咁呢啲都係即係譬如話好多唔同嘅，譬如我覺得係美國啊，係咪啊？係福山。福山係啦，阿福山呢個嗰啲會討論嘅呢個問題。咁呢一個就係、是、即係佢就係講話喺九十年代，即係佢。佢就係講隨住鐵幕嘅倒下，根本上資本主義已經贏咗，即係資本主義已經就係喺所有可能嘅政治體系入邊唯一最 durable 嘅體系，即係唔係最好，但係亦都係最 usable 嘅系統。咁以後咧就全地球都係會用資本主義啦。咁基本上大家都即係。歷史就是去到這個位置就終結之後都會是一路是這樣維持一個相對穩定的狀態，當然 which 這個說法即只是 valid 了十年之後就已經是又是不斷地有很多的衝突和波濤洶湧，那現在去到現在又有所謂新冷戰的出現了。另一方面就是我都說即例如中國經常說即對於 Tankies 來說個革命已經贏了嘛，即對於他們來說歷史都終結了，其實即之後你就是好好地做一個啦啦隊 cheerleader 這樣耶耶耶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或者說你任何 outside of 中共 的 agenda 其實都不需要由你去做，即你必須要是 through 呢一個國家體制、舉國體制去 endorse 先至係一個所謂啱嘅革命。如果唔係咧，你就係盲動，你就係自己亂做嘢就壞大事啦咁樣。咁所以其實呢兩種都係某一種歷史嘅終結論。好多謝柯樂嘅補充。即其實係即係其中一個俾人。即是不是狗病的性格，即是很會被人拿出來笑，或者不一定笑的時候說，就是黑格爾這一種，或者即所謂歷史裡面有個自己的 agenda， 那你簡單地說，如果 under 黑格爾的理論，或者即很多人就會用比如說齊克果會覺得會說會笑話，或者會笑話黑格爾，就是黑格爾的理論很大，大到連一個人都容下不到的一個說法，就是因為你個體在這個或者你作為一個人在這個所謂進程裡面，因為進程本身有個必然性在這裡嘛，那你既然它必定會發生的時候，那你不能做和不做都好，即你不會有個影響到，因為你如果你覺得需要做的，它本身已經有個必然性，它已經存在，不會因為你而影響到那個宏大敘事，或者會影響到那個歷史的進程，所以為什麼重要，即在上世紀香港的革馬民那班人全部都是倒戈了，一系就成為傑出的資本家，一系就倒向社民主義，都是咁樣咯。
我覺得呢一個咧，其實啊，我啱啱快立咗，就係更加令到我即係，但唔係讚，唔係買花賺花香啊，但係即係我覺得啱我打一粒啊俾我行喺後面，即係啊，可樂你叫我補一補嗰個感性假象，即係最後個 part， 佢有講到 exactly 就係佢自己嗰個取態，即係對於啲人。嗰陣時候馬克思列寧主義，即係嗰陣時候個舊派嗰啲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嗰啲人，嗰時候失敗咗之後喺度笑呢一個歷史嘅進程啊，或者笑呢個社會主義嘅虛想啊，跟住佢就話究竟知識分子有咩資格去笑，即係死個社會實況嘅問題，或者呢、這個一、這個全球資本主義底下被人剝削或者受苦嘅人啊咁樣，我覺得呢一種都好有即係好值得去講。你見到佢仲係有啖氣咯，係啊，即係肯，即係有好有心，有心有黑有黑，所以我哋繼續講埋來先，我講埋呢 part 之後就可以直接跳落去康德嗰位，咁啊可以交俾啊，好啦，繼續講埋落去。好，咁其實呢度就係講翻就係、是、啊，我哋。炳康就覺得其實最值得去，即係帕格爾嗰本《法哲學原理》最值得去討論，或者最有價值，或者最對炳康佢而家呢個 context 上面最有影響咧，就係講緊嗰個結構連環，就係、是、資本經濟、國家、民族，我哋不停重複嘅呢三個圈圈。咁但係咁呢個位置就係炳康再講，就係話其實。用黑格爾的理論咧，就係、是、國家主義者啊、社會主義者啊、民族主義者咧，都可以用黑格爾嘅想法或者黑格爾思想、黑格爾嘅理論咧，去支持佢自己。而同道理咧，亦都可以其他人可以用黑格爾嘅理論咧，去批評翻佢哋用黑格爾嘅理論去討論緊啲嘢，或者用緊嘅自己嘅理論去討論呢樣嘢。所以係即係真係真係有兩頭利喺黑格爾嘅角度嚟講個。咁但系点样去？咁但系既然呢三环喺结构上面嘅出现，而唔系一个 dimensional 嘅 approach 嘅话，咁点样去处理咧？或者点样去理解咧？阿格尔就会系第一，佢就讲呢个系一个结构上面嘅问题啦。所以佢而呢个结构点样去理解咧，就唔系直接去用一个所谓实质历史或者所谓社会实况嘅一种嘅反，即系嘅叫 reaction。去能夠理解或者一種嘅即係呢種普通嘅想法，而係一種概念式嘅角度去分析。咁呢個就 Gleifen 即係德文個字，咁即係 conceptual 啦，即係 conceptual understanding 嘅意思。咁但係我冇記錯，定話黑格爾佢講 Gleifen 嘅意思就係將去認清乜嘢係真實，即係乜嘢係理性，理性就必然有個真實性嘅時候。咁既然係咁嘅話，就係、是、要去除呢、這、一個偶然性啊，系啦，可乐杯嗰个叫呢个 Spider-Man 呢个 Spider-Man meme 嘅呢个 exactly 就系呢样嘢，即系大家都即系可以真系可以系即系帕格尔嘅理论或者佢个框架就系咁有咁嘅魅力喺度，或者咁嘅魔力喺度。咁啱我讲 Gleifen 种概念式嘅就系去除一种偶然性，去揾到而去。捉緊必然性，咁必然性就係理性嘅發展，呢、這個就係我冇記錯，或者精神嘅發展，呢、這個就係黑格爾嘅其中一個對 Gleifen 嘅解讀啦。因為我記得喺我呢個理解係 base on 佢講歷史嗰、那個講嗰、那個演講，即係嗰個上堂稿裏面講嘅。咁承接住阿可樂加咗嗰個蜘蛛面，蜘蛛俠面咧，我後面都加咗個面就係、是。一堆起个 stri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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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不停咁重复。见山不是山，见山还是山。系啦，就不停咁重复，你就会发觉，即系点都好，黑格尔啱同埋错都好，黑格尔个理论都系，即系都会有佢嘅能，即系可以 apply 到个位置。就好似佛教嗰、那个的即是空，空即是色。跟住你执空咧，又要再空空。空空之后你再要空空空，即系要不断咁 make 机住落去。系啊，即系嗰呢一种嘅，即系呢种 negation 就系黑格尔乘住屎奔落沙嘅套路去处理呢、這、一个即系哲学嘅理论嘅问题。咁但系呢、這个就系、是。
黑格爾調轉咗，即係不停咁調轉黑格爾調轉咗都係黑格爾啊咁樣嘅一個嘅套路啦。咁但係既然黑格爾咁勁抽或者咁樣去討論啦，咁講到咁神啦，咁但係有乜問題咧？咁麥炳可能就再問咗一個位，就係炳阿黑格爾嘅問題，就係佢忽視咗三萬嘅形成其中一部分咧，民族嘅其中一個條件咧，就是、想像力。咁所以佢冇將佢冇處理到呢樣嘢嘅時候，佢嘅哲學咧亦都唔能夠，咁當然佢嘅哲學亦都唔未必係在於超越呢個結構啦。咁但係即係佢黑格爾嘅理論未必係。自在不是在於超越這個結構的可能性，而是但是在這個位置就是我們炳可行就著問了，就是我們 That's why 也不能夠在他的哲學裡面或者在他的理論裡面可以找到超越這種三環結構的可能性。那 OK， 這個位置就是國家美學化的炳可行的一個套路了。好了，那跟住呢個位咧，我就會 skip 一 skip 啦。咁呢個位我就冇打落個 notes 度嘅。咁 anyway 啦，咁係啊，因為係我請阿 Andrew 幫我講，點解我就講唔到嘅，即係康德嘅感性假象同埋理性假象。即係最主要係因為之後我哋會因為康德其實對於炳谷恆人佢最尾點樣去超越國家資本同埋國族呢個三為一體嘅結構。是幾重要，因為他那個 claim 就是話要 through 倫理，即係要 through 康德佢嘅世界共和國嘅理念去做。咁但係喺康德嘅哲學入邊，佢有一 part 就係感性嘅假象同埋理性假象咧。咁我就請 Andrew 幫我解釋啦。好啊，咁啊，事不宜遲啦，咁啊。呢、这個位咧，其實唔係呢個位咧，其實每一個位我都唔係好清，唔係好肯定。不過 anyway， 我就 take 就係呢個，我唔知阿可樂你想我喺邊個位開始，但係我就由因為我睇英文版或者中文版，佢就係It is also important to note that the Kingdom of Ants and World Republic, the endpoints of Kant's world history, held the status of ideas。即係開始講这中文应该是什么？另外还有一个重点，康德是把世界视就在梦的共和国，这个位开始讲是的，梦的共和国就是康德的理想，就是梦的共和国，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按着可以自己定立一个目标，因为我们是自主的 being， 然后呢去奋力去完成它，而没有人呢是做康德的。是的，这个就是我睇下康德，唔系我啊，黐线！康德嘅世界，即系或者嗰个终极目标，或者呢个所谓世界王国嘅一个问题。咁呢个位咧，我想临讲之前咧，有少少补充就系、是，因为我呢个位真系我啱啱都系睇英文版，我唔知道中文版嗰啲位系咩，所以可能帮我补一补一啲位。咁好啦，啱啱我哋講就係話，康德講呢一個世界嘅王國或者世界嘅即係世界歷史嘅 end point 個終結位咧，就係 idea 或者理念啊，係嘛？係理念。咁但係康德嘅語境或者康德用 idea 嘅或者用理念呢個字咧，其實有好多嘅，有唔好多唔同嘅意思嘅。咁首先 idea 就係一個semblance 一個 shine， 即係一個假象。咁但係假象咧就唔係即係講緊話點講咧？唔可以直接我哋講話係因為佢係假啦，即係佢係一種 negative 嘅意思，但係佢有嗰個用處或者有嗰個必要性喺度。咁呢個 exactly 就係講緊exactly 我哋一陣下一句就會講噶啦。咁咧，佢就會話第一種，譬如佢有兩種最主要嘅假象啦，或者兩種嘅 sign 啦。sign 就係係啦，一個像啦，唔可以有假象嘅，一個像啦，一個像啦，係嘛？即係個像啦，我唔知點譯。咁一個像一個丹麻係咪？係一個像啦，或者我應該一個像好啲，或者
表象係啦，應該可能叫表象，用咗用叔本畫式嗰啲角度，可能會講下表象。不過 anyway 唔關事，唔好拉太遠。一個相，咁有兩種相，一種相咧就係、是、就係話通過感知，通過感即係 sensibility 去呈現嘅。咁呢、這個所以之後咧就可以用理性去修正嘅。咁但係另外啲咧就係、是、因為第一種啦。咁但係另外一種嘅像或者另外一種相咧，就係、是、由理性自己產生出嚟嘅。咁但係呢一種嘅理性就有一個盲點咧，就係、是、呢一種嘅假象咧，就係、是、理性唔能夠修正到，就唔可以好似第一種咁啊。咁因為理性本身佢就需要呢一種嘅假象嘅存在。咁所以即係你唔可以，即係你會掃手開始，因為你唔理性本身就係嗰個 function， 即係佢本身個 function 就係去通過呢一種嘅 mechanism 去修正其他感性嘅假嘅像或者感性收翻嚟嘅相啊嘛。咁但係咁呢一種嘅必須或者呢一種嘅假象嘅需要咧，佢就叫做超越性嘅假象。咁咩叫超越性嘅假象咧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咧？咁呢個就係好有趣嘅，就係、是、佢就阿炳哥行就舉咗個例子啦，就係佢話我哋會好常見就覺得個我啊，個自我啊，就係、是、一種類似呢種嘅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啦。咁就係咩呢種超越性嘅相啊，超越性嘅假象。咁就係因為我哋想即係如果我哋再諗深一層咧，呢種我哋不停咁或者話我哋唔去諗啦 ，either 我哋諗或者唔諗到啦，呢、這個我咧或者呢個 self 咧會都係會被 assume 咗，或者 presume 咗 as 一個整體啊，一個或者一個好一個唔係 fragmental 嘅一個整體，即係你會覺得係啊，我咪就係我咁。但係你當你問咩佢係我咧，咁就會有一個問題出嚟，就開始會不停會分好多唔同嘅，即係你會揾唔到一個要 unify 嘅自己。咁但係呢個唔係康德其中問題啦。咁但係佢想講嘅就係話呢種 presumption。即係一種自我嘅 idea 咧，其實係一種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就係因為如果冇咗，係調翻轉佢就論證唔係話點解要有，又調翻轉嚟佢講話有一個必要性，就係佢點如果冇嘅話，咁啊 book 噶啦，冇嘅話咧，個個就精神分裂 schizophrenia。咁因而同一道理咧，嗱，但係可唔可以講多一句點解冇咗理性嘅假象反而會精神分裂咧？呢、這個 exact 即係呢個 exactly 就係佢後屘咧，哇！打個約先，呢、這個後屘佢就係會講 constructive 同埋 regulative ideas 個問題，即係 regulative ideas 係一種完全 negative 嘅，唔係完全 negative 嘅，應該話佢有嗰個表情喺度，就其實簡單啲嚟講就係一個理性會嘗試去或者佢有嗰個 tendency 去追求一種等等，我揾翻個字先。我記得佢用個字係 Einheitliche Totalität， 但係咧，我唔知呢個 Einheitliche 係中文係乜嘢，或者等陣啦嚇。哦，一個，即係佢講意思就係理性就係一種有 tendency 追求一種 uniform 嘅 totality 嘅，即係譬如話我哋會想。會去，譬如話，我哋會去想去總結，或者去所有嘢，就係話，因為咁樣，因為好似嗰啲，即係譬如因為所有我見過嘅天鵝，或者所因為天鵝本身就係嗰個 concept 就係、是，或者個理解就係白色咁樣，咁但係呢個又唔可以咁講嘅，因為你咁樣就會係一種就係、是、啱我哋講第一種相啦，咁但係第二種相就係、是、佢想講意思就係、是、應該咁講所有嘢都一定有意思啊。如果用阿卡米嗰種講法，就係、是因為理性本身成一種會追求一種即係統一嘅，係啦，統一嘅一致性，一致性。咁但係世界或者個現實唔一定係咁，唔係樣嘢都有意義咯。咁的士尼就個荒謬嘅意思就係咁，但係呢個就可能拉得太遠。但係我諗佢可以，我諗 apply 即係 apply 到喺。如果用卡米嗰種講法，就係嗰個呢種 transcendental illusion， 雖然係 illusion， 或者唔知能唔能夠達唔達到，但係佢需要或者第一佢需要，第二就係佢亦都點都會邁向呢一種嘅
嘅呢種 tendency 就係講緊呢個 transcendental。啊，我知啦，因為康德個 categorical imperative 係要求 universal 同埋係要你一致性啊嘛。但係其實你有好容易有個誤解，就係覺得康德好離地啊，即係唔知道人就係矛盾嘅咩？其實康德都知道人係矛盾嘅，但係佢認為仍然是需要去追求这一种一致性，那才是承担起道德的责任。即正如他在迈向永久和平里面够知道人是会打仗，即你难道他提说永久和平他真的一个天真交觉得世界不会打仗吗？不是，他反而是更加承认其实战争是 在一个恒常存在的状态，但正因为战争是永远都是恒常放在台面上面的個 option 啦，而且它有很强的自卫的能力啦，所以你更加要创造和平。即其实 它是明白这种矛盾，而但是它仍然是要安放一种一致性出来。啱啊，我不肯定这个是不是它讲一致性，即在道德的 context， 但是在道德上面，我即是康德不是一个品质嘛，即它真的有意思。即我记得我之前看它那个佢嗰本The Religion in the Practical Reasoning 咁啦，我唔記得咗個成佢個 title 係乜嘢。咁但係佢好一開始佢都講到，佢甚至 quote Hobbes 嗰啲就係佢話人，因為本身阿康德佢亦都知道就係人本，即係所謂人本性唔係套，佢已經唔想再討論咩叫人本性係善向善定係向惡啊。佢講緊可以向善，可以向惡，但係向惡嗰個 tendency 係大過向善。咁點唯有點樣所做就係用理性去一啲 regulative 嘅 principle。咁但係佢就係話，我記得康德佢亦都有講到就係、是人嗰個 first nature。如果我哋淨係用 first nature 去討論道德嘅話，咁一定係萬人與萬人之間嘅戰爭，即係人與人之間嘅戰爭。佢就係用翻霍布斯嗰個人與人之間嗰個 natural 狀態去討論。咁呢個康德亦都係有意識到。而第二就係、是。佢喺道德上面，我冇記錯的話，佢有講到，我記得睇嗰陣時，我都即係都笑一聲嘅，就係、是、話如果去到呢一個位去討論，即係佢唔記得佢講咗邊個位啦，但係佢話最重要討論人性究竟係咪真係會向惡嘅話，或者我哋仲要一日到黑就話啊人性真係醜惡啊咁樣去喊天喊地嘅話，咁我哋永遠都淨係困喺呢一個。佢形容得好好嘅，但係唔知點樣中文譯出嚟就好奇怪。佢就話要困喺呢個教堂嘅聖壁底下，跟住跪喺度禱告，跟住之後即係總之就係不停重複呢、這、一個啲王子話好嬲，好嬲，好嬲。係啦，係啦，日日都要好嬲咯。佢話咁樣係冇，咁樣係最冇用，或者唔能夠參透，即係唔能夠明白到究竟討論緊咩叫 moral， 咩叫 ethic， 或者究竟人嗰個 faculty 係講緊啲乜嘢？即係你日日講係我咁好嬲，或者好嬲，或者點解啲嘢會係咁，係冇撚用。因為你都即係你既然你都咁講嘅，即係你都未能夠明白到究竟嗰個討論緊個問題喺邊度。咁呢個係康德喺嗰本嘢中文叫咩，或者個全名係咩？係後期佢嘅 the religion in the practical reasoning 定唔知乜鬼嘅，總之就係咁啦。咁佢最後佢有句，佢有個類似嘅願景，就係話佢都有 critique 呢、這個教廷或者真係行政機構裏邊嗰種腐敗啊。但係佢就話真正嘅即係用，如果 under基督教或者基督宗教的 context 就是達到一個 community， 這種 community 那個即道德的王國呢，就是要在這個一個invisible church， 它有一個 term 叫 invisible church， 就是類似就是講這個永久和平或者一種道德王國在人間降臨的一個 ideal。這個就是康德的，我對康德的理解的一個就是他討論人性啊，討論道德啊，和平啊呢啲嘢，雖然佢聽上去或者成日俾人笑嗰啲 rigid 嗰啲問題，咁但係佢原我即係佢自己都好清楚啲所有嘢啦。咁係啊，既然好清楚佢擺呢樣嘢出嚟，啲人都戴曬頭盔。係啊，好扯啊！你有乜都掂，咁你唔能夠 assume 佢，即係調翻轉頭你唔能夠
即係因為有人笑佢，你又 assume 佢嘅品質咯。即係佢花咗咁多年心機寫三大 critic， 五十幾六十歲先出，先出到出嚟，唔會差到去邊。即係亦都唔可以 assume， 因為嗰陣時候咩社會比較保守，亦都唔會係即係唔呢樣嘢唔 make sense， 即係唔可以咁樣講。所以而我覺得喺並屋行嗰個 approach 面更加就可以體現到。但係記得幾有趣，即甚至我諗，你可能佢講佢自己嗰個舊模式啲，同埋康德嗰、那個永嗰、那個世界王國都好有趣。哦，咁Andrew， 你啱啱講到個 Invisible Church， 即係話喺呢一個 Invisible Church 入邊，就係、是、每一個人都係尊重其他人嘅自主，同埋亦都係 autonomous being， 即係自己可以冥王自主嘅一個人啦。嗯，亦都冇人係做 condom 嘅喺呢一個 invisible church 入邊。係啊，佢個 invisible church 都有啲複雜嘅，但係類似嗰、那個，我覺得類似嗰個嘢，嗰個 ideal 就係咁啊，而亦都唔需要限喺即係究竟討論耶穌有冇真係存在過啊，即係或者宗教史嘅真實性啊，或者神職人員嗰個架構嘅問題，根本上就唔需要，而係直接就係大家都係歸屬佢呢一個道德上面嘅王國咁樣。咁呢，我揾翻出嚟，佢寫嗰個 exactly 嗰個名咧，就叫 Religion Within the Bounds of Bare Reason。呢個就係佢嗰本一本書。而佢嗰陣時候，其實佢出嗰陣時候，我記得上堂佢有講過，就係佢俾人打壓得好犀利，就是、因為佢有少少即係 critic 呢一個教廷或者嗰個宗教嗰個架構問題，所以就俾人ban 咗，一開始，不過之後就出翻。不過 anyway 呢個係睇我用。係啊，而呢度我就可以順住講落去啊 ，Andrew 你可以自辯啦。即係話其實點解教廷會 ban 康德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康德係唔肯屈服啦。佢唔肯屈服啲咩咧？就係佢唔認為人嘅道德行為係可以。是應該要附特定的宗教去達到，即是他是覺得無論你是什麼宗教呢，其實你的倫理的義務呢都是可以透過你自己的理性就可以得出來，即是你有腦的嘛，這樣你如果你是附宗教的話呢，你那些倫理的行動很可能只可以在 particular 的教裡面是得到，而不能夠 apply 去所有的地方。那這裡會產生什麼問題呢？就是那你那個道德就是只是你和你的 friend 或者同一個教的人，雖然可能教會有時很大，有幾千萬人，但是始終不能夠 apply 是一個 universal。 而當沒有了這種 universal 的時候，你亦都講不到為什麼我這個 particular 要跟這個行為。所以康德的理想就是一個沒有教會或者不呼宗教而達到的一個道德哲學了。我們之前有說過，就是說並屋行人他希望，他認為啦，就是我們想 achieve 的就是揚棄國家資本和國族，而去達到一個我們叫交換模式啲嘅狀態啦。咁如果係新朋友，我可以即係再講，其實即係並屋行人有一個好基礎嘅講法，就係、是、社會根據唔同嘅時空入邊嗰個交換模式係邊一種作為 dominant 嘅狀態咧，就會產生完全唔同嘅social institution 同埋即係你嗰個存在狀態。即係好簡單，就係話，當你嘅社會係由資本嘅交換模式去壟斷嘅時候，就會出現貧富不均啦。咁亦都會出現好多即係我哋今日所好 attribute 俾資本主義嘅種種不平等咁樣。咁跟住落嚟咧，我哋就可以見到，即係喺我哋上一次已經講咗，資本同埋國家同埋國族咧，其實係一個既互相排斥，亦都係互相咧係 be friend 嘅狀態嘅。即係例如好簡單，就係話國族咁樣，你睇落，喂，國族同國家係黐埋噶嘛？即係你係今日先至咁講啫。但係其實當國族啱啱起初嘅時候，其實回應緊國家同埋資本主義佢嗰個結合咧，
所產生的那一些不平等，所以其實國族建立威是去 unite 一個已經 disenfranchise 或者是已經是很好被瓦解得七七八八的一個狀態，然後嘗試 cool 翻大家。咁跟住我哋喺安屋市入邊，你會見到啦，就係話其實我哋一路每一種交互模式咧，佢都會嘗試係回歸，即係好似而家嗰啲 covid 嘅嗰啲 variant 咁樣，佢 mutate 再翻翻嚟，咁而亦都會互相去壓抑對方。咁例如喺古代嘅時候，就係有互酬啦，即係好似你俾利是咁樣 ，expect 人哋要俾翻你嘅咁樣，就係嗰種贈與同埋回禮啦。其實會用唔同嘅方法係不斷咁樣去翻嚟。咁有時咧就會係形成咗一個好似掠奪再分配嘅支配與保護嘅交互模式 B 嘅狀態啦。咁而有時咧亦都會係用商品交換嘅模式咧係翻翻嚟。咁 anyway 咧，其實亦都有一個我哋未見到或者未實現到嘅係 association 啦，就係 which 我哋今日就係想講嘅究竟我哋成日講嘅聯合主義運動或者並不是人成日好 advocate 嘅新聯合主義運動係啲咩咧咁樣？咁佢有兩個字講曬，就係原諒我這一生不經放縱愛自由，就係一個既自由又平等嘅狀態。咁點解係既自由又平等咧？咁樣，因為有一啲狀態係唔自由而唔平等咧，即係其實好似 logic 嗰啲 truth table 咁樣，即係我哋係想要既自由又平等啦，即係 let's assume 我哋係想要呢樣嘢啦，但係我哋亦都會好容易可以推斷到係有一啲狀態咧，就係自由而不平等啦，不自由而平等啦，不自由又不平等啦咁樣。咁例如係啲咩咧？例如在資本主義的世界，即當一個社會是以資本去構成的時候，就是自由但是不平等，即是說會有層階級的分野啊，貧富的差距啊。咁而當一個國家是以國族而 去出現，例如好像瑞典咁樣咧，咁佢就係不自由而平等啦。即如果你去瑞典，你會知道有九萬樣法例，但係大家係活得相對地平等，因為係透過國家去重新分配啊嘛。即基本上你每個月嘅月薪有一大 part 咧，自動就入咗去國家喺2005年之前，直情係自動入咗落教會添嘅。咁然後再資助一啲 social welfare。咁而如果係按住國家作為主要的社會構成體咧，就會是 不自由又不平等啦。即係我諗例子都不用我講啦。如果我講咗，我就會坐監啦，所以我不講啦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亦都你會聽到國家同國族雖然好似，但係佢哋唔係一樣嘅嘢啦。OK， 咁所以即係希望大家 bear in mind 呢樣嘢啦。咁啱啱我哋講到即係交換模式D 其實是會一再出現，但是它每次顯現的時候咧，個樣都會有少少不同。而例如啊，我哋最 feel 到交換模式 D， 即係覺得啊，每個人都是弟兄姊妹嚟嘅，我哋每個人都是生而平等嘅，係咩時候呢？咁啊，一啲時候咧就係教會啦，咁樣派牛奶嘅時候。咁咧就係當普遍宗教去嘗試去take 一個 dominant 嘅位置嘅時候，咁但係其實普遍宗教大家都知道都有唔少垃圾嘢啊嘛，即係入邊嘅層級壓迫同埋排他性，都唔需要我再多講啦，咁有好多例子啦，冇講 particular 某一個宗教，即係在座嘅各位咁樣都係而另一個狀態就係點幾時會 feel 到不羈放縱愛自由咧？就係 be water 嘅時候啦，即係我哋喺個街頭去做社運嘅時候。咁喺呢啲時候咧，好似 for brief moment， 你真係同嗰個你身前身後嘅人咧係融為一體，而大家咧係互助而冇分高下嘅。咁亦都唔會因為你嘅個人背景而treat you differently 咁樣，即係你可以聽下 My Little Airport 嗰首吳小姐啦咁樣，即係
就在他坐下的那个瞬间，他竟感到前所未有的叹，就是一个这样的状态。而这一种状态呢，其实是去到在巴黎公社的时候呢，其实就会是很即前所未有一个这样 的实验啦，通常是革命的 moment 就会 feel 到。但是最早最早的布尔乔亚革命，即 Bourgeois 的革命呢，咁可以追溯翻去1648年嘅英國內戰時期啦，嗰陣時叫 Puritan Revolution， 係清教徒革命。咁佢 by and large 仍然係一個宗教式嘅革命，即係話雖然佢係嘗試去達到一種人人平等交互模式啲啊，我哋所謂，但係佢仍然背後個推動力咧係宗教啊嘛，咁樣。咁所以 ultimately 咧，是很多人都做了 condom 的，但不要緊，我們去 revisit 這段歷史我都覺得是很有趣，因為秉公行人的關係而去即、做 research 的時候呢，就見到呢有很多是現在看下去似曾相識，即是 好像 你去祠堂看族譜一樣，即是見到你的祖先。為什麼呢？就是因為那時候剛剛即係印刷術其實已經係好完善啦，即係喺1648年嘅時候，其實大規模嘅印刷同埋流通全歐洲嘅各個語言嘅聖經咧，基本上係非常之流通。咁當然書本仍然係一種較為昂貴嘅嘢啦，即係而印刷術亦都係好少數人掌握嘅技術嚟嘅，即係畢竟你需要有個印刷機咁樣。咁但係咧，因為呢一種技術咧，而產生咗兩 group 人係參與喺嗰個清教徒嘅革命入邊。咁呢兩 group 人咧，就當然係有好多係將軍啦咁樣。咁但係呢兩 group 人咧，我就且聽我細細介紹咁樣。第一 group 人咧，係個名叫做 Levelers。Levelers 係咩咧？即係如果你要裝修咧，咁你會有個 level 噶嘛，即係你有個水平尺咁樣。咁 Levelers exactly 就係取個意思，就係喺社會入邊最少公倍數啊，或者最大公因素咁樣嘅一班人。即是说他们是一个 essentially 一个民粹主义的党派，他不是一个 party， 即是那时未有我们今年的 political party， 但总之是一group人。这一group人呢，个个都很有义气的，而且呢是他们是主张个政制要改革啦，即是他们认为呢是要定期选举，同埋呢是要有宗教自由。你留意当时的英国呢，仲係一個絕對嘅皇權啦，咁同埋佢哋咧，亦都係主張咧係廢除一啲因為欠債而坐監嘅刑罰。咁點解咧？就係、因為其實佢哋 obviously 就係成日受到欠債而坐監嘅一啲小商品嘅生產者階級啦，即係如果我哋今日理解，即係一啲小店啊、手作啊。而當時其實咧係資本主義喺英國嘅皇室嘅資助下面咧，其實係擴張緊，咁亦都包括工業化啦咁樣，咁所以呢一啲小店同埋手作咧就會俾呢啲大規模嘅工業去取代咗，咁所以佢哋就係第一批因為受到壓迫而覺得要起身反抗嘅人啦。咁但係亦都係好奇怪，即係你聽落佢似係一啲平等主義者啦咁樣，亦都係俾佢哋啲政敵咧係批評為激進嘅政治平等主義，就係呢個 term 係當時係即係好，其實係一個 slur 嚟㗎啦，即係好似話你係左膠咁樣。咁而但係咧，其實佢哋係排擠窮人，即係呢班 Levelers 佢唔係丐幫嚟嘅，佢哋係覺得一啲受領綜援的人，即例如受社會接濟的人和窮人呢，他們很機會被人買票，所以呢他們就不歡迎一些窮人 去投票，所以他們那個定期選舉呢其實都是指在每個 household 裡面呢就是找一個男人啦， which 那時候女人是沒有地位啦，樣每個 household 就有男人 去投票樣，並且是排除窮人的。他們
有一個很大的 advantage， 即係點解佢哋可以盛行呢，就係、是、因為當時佢哋就係掌握嗰啲人體小測試技術嘅人啊嘛，因為啱啱講咗啦，佢哋係啲手作嘅人，所以咧佢哋其實係掌握生產資源嘅，佢哋可以大規模咁印傳單啦、小測試啦，咁所以基本上就係最早嘅社運階層嚟噶啦。而佢哋咧係有一個好得意嘅記憶，就係咧佢哋個帽上面咧會插咗一棵 rosemary， 即可能行過都會香嘅咁樣，就作為護形。同埋咧佢哋個身上面咧係會有一塊綠絲帶，即佢哋總之係可能逢在胸前，或者如果是女性的话，可能是在一个裙子会有一条绿丝带这样。那他们的聚集地点呢，就是一些城镇里面的酒馆。所以呢就是好像那些地下社会红花会这样呢，就是以这个 Rosemary 为记，你看到个帽上面插了 Rosemary 就是自己人了这样。那他们就是不断地去用他们的小册子和传单呢去宣扬他们的政治理念，同埋呢是反对王政的。咁而與此同時有另一班人咧，都掌握咗呢一個印刷術。咁係邊個咧？就係一啲農民。咁佢哋咧就叫做 diggers。點解咧？呢個亦都係關於佢哋同levelers 嘅最唔同嘅人。levelers 所寫叫佢哋做水平派啦 ，which 我覺得呢個中文都唔係咁好嘅，但係diggers 就係一啲開拓派。咁點解咧？就係、因為 diggers 咧，佢哋係相信公有制嘅。咁喺英國當時，其實資本主義其中一個好大嘅過程就是圈地啦，即由十二世紀一路去到十九世紀，其實都是不斷咁樣圈地的過程。而 diggers 係相信公有地，咁所以咧佢哋咧係會去啲公有地嗰度咧去耕作。咁因為呢一樣嘢而得名，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嘅嗰啲 squatters 啊，或者係一啲 guerrilla gardeners 咁樣，佢哋係唔相信私有產權嘅。咁佢哋就會去組埋一群去做。耕耕田啦，咁樣可能係成立即係最早嗰啲農村合作社添咁樣，因為基本上佢哋就係一啲農村嘅無產階級。咁但係同時佢哋亦都係透過呢個新興嘅印刷術去宣揚佢呢個理念，先至咁多人喺唔同嘅地方都去侵佔工地啦嘛。咁而佢哋就有寫咗一啲manifesto 咁樣去講，即係佢哋受到圈地運動嘅嗰、那個受苦啦，即係啲地圈曬嚟養羊啊咁樣，咁搞到佢哋自己冇得耕田冇得食咁樣。咁而佢哋同水平派咧又唔啱嘅，因為水平派即係 levelers 咧，佢哋係反對公有制嘅，即係你知啦，佢哋係手作。咁佢哋其實你公有制對佢哋嚟講係冇乜用噶嘛，咁所以佢哋都想保護自己嗰個行業嘅利益，所以佢哋一路發展落去都係即係工匠行會，有啲似我哋今日如果講就係黃色商會咁樣啦，即係去掌握咗一個做生意嘅技術，但係同時俾大資本即係例如美心咁樣去壓迫嘅。咁而呢啲 diggers 咧，佢哋亦都有一個即係佢哋除咗俾水平派攻擊之外，亦都係會被附近的領主、地主咧去騷擾同埋襲擊嘅，同埋咧係透過一個好奇怪的方法去搞鳩佢哋啦。就係咩咧？就係批評佢哋性濫交，即係話佢哋一班性濫交人。即係原來每一次有一啲進步人士去提倡一啲進步嘅理論，啲人唔明嘅時候咧，咁就會用 sexuality 呢樣嘢作為攻擊，即係其實都係一個閒事嚟嘅，即係好。好似食生菜咁样，但系喺佢哋嘅年代 ，OK， 唔单止系会上呢、这个八卦周刊啦，而系真系会喺法庭上面系俾人判刑，所以佢哋系 actually 系会承担呢一啲 consequences 嘅。咁所以佢哋唔少人都坐监啦 ，obviously。但系呢班人其实听落话好共产主义喎、哦，咁样咁其实系。對於我哋今日嚟講，佢哋係有好大嘅貢獻。點解咧？佢哋 promote 咗一個
public health insurance， 即係公共衛生保險嘅一啲先行者啦，同埋咧係即係提倡咗嗰、那個communal ownership， 即係集體持有制咁樣。即係其實我哋呢一啲 idea 喺嗰陣時咧講緊係即係1648年嘅英國咧就已經開始萌芽，並且咧係投入到去即係推翻絕對皇權的一個運動入面啦，咁樣。咁而 Diggers 咧，仲有一個插曲就係佢哋有一個陰謀論，即係佢哋係透過陰謀論咧去組織自己嘅。佢哋嗰陰謀論係啲咩咧？佢哋就係呢個陰謀論叫 Norman York， 個意思就係話喺1066年，即係好遠古嘅時候，就英國咧就俾啲維京人咧係。侵佔咗啦，咁然後咧，之後咧，一路去到1648年咧，英國都係一路係受到外國人嘅法律嘅統治嘅，即係無論係維京法啦，呢啲羅馬法啦，以至係法國嘅法律咁樣。咁所以咧，佢哋係主張佢哋想像一種喺1066年，即係俾維京人侵佔之前咧，係有一種自由，即係一種 liberty 或者係一種不羈放縱愛自由啦，所以佢哋喺嗰陣時咧就重提 Let's make Britain great again 咁樣，就希望透過推翻王政同埋喺公有地耕作咧，就重奪從前嘅自由。咁明顯地，即係其實呢一套理論都係一種假托古啦、假想啦，同埋浪漫的投射，即是沒人知道究竟是否1066年在維京人 land on 英國的土地之前是否真的好一點呢，而在當時1648年的英國是否即他們是否一直受到外國人的奴役呢，但這一種 sentiment 或多或少都是參與了在即令到推翻王政的一個過程上面多了很多人參與，所以其實 in a way 這兩場運動既是一種原初 的共產主義無政府主義，但同時也是一種民粹主義啦，而並公行人呢就話其實呢兩班人咧，佢哋其實很快都已經做了 condom 嘅，就俾 Oliver Cromwell 即係當時嘅率領呢個清教徒革命嘅將軍咧，係清剿，即係完成咗佢哋嘅革命大業之後就清剿咗呢兩班人。咁而接住落嚟嘅歷史咧，即係我自己嘅西史唔係好好啦咁樣，咁但係即係同我哋之前講嘅幾個國族的形成同埋即係法國大革命都係息息相關嘅，即係喺1649年，即係 Oliver Cromwell 係主持咗殘缺議會，殘缺議會嘅意思即係指鹿為馬啲 friend， 即係總之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淨係支持 Oliver Cromwell 嘅人係有得去參與啦，就通過咗處死咗查理一世速咁啊 ，cut 咗佢個頭啦咁樣，咁而形成了第一個英格蘭共和國，即係終於英國喺嗰時就唔係由一個王政去決定。咁你可能呢個時候就會問：，咁但係英國而家唔係有女王嘅咩？即係唔係君主立憲嘅咩？其實係幾時開始嘅咧？咁樣就係 until 喺即係接住落嚟啦，就係1660年咧，就查理二世咧就復辟。即是说查理一世被人杀了，然后呢Oliver Cromwell 再统领了20年樣，然后之后呢就有一个复辟，复辟之后就成为了这个斯图亚特王朝，跟着去到1688年呢就光荣革命，光荣革命基本上就是即一个荷兰的，即其实是皇室的内斗来的，最近有荷蘭的威廉三世咧，就策動咗政變，咁樣又推翻咗查理二世。咁然後喺1689年咧，威廉三世就通過咗權利法案，就係為君主立憲定下咗基礎啦。即係話君主其實現位都係要服從於法律啦，喺冇國會嘅批准之前咧，係唔可以加税嘅，所以。之後的君主咧，其實都是要去國會度遊說嗰啲議員，
去通過加税啊，或者開戰等等嘅決策啦咁樣。咁呢度我唔多講，因為我真係好費西事。咁 anyway 喺呢段時間，即係我啱啱咪話即係啲 diggers 開拓派咁樣，就曾經係以陰謀論去嘗試解決貧窮問題啦。而喺光榮革命之後咧，其實都有一個以宗教去嘗試進行或者嘗試達到交換模式啲嘅嘗試嘅，就係、是、貴格會啦咁樣。咁貴格會係咩人嚟嘅咧？其實佢哋都係 Christian 嚟嘅，但係佢哋係比較靈修一啲，即係。着重減低自己的欲望、啊、然後是都是提倡互相製造啊，同埋係有一些神秘經驗咁樣。咁貴格會的人咧，著得好紳士嘅，即係如果你想知道他哋著成點咧，咁你可以去買個貴格燕麥片咧，你見到上面嗰個男人就係一個貴格會的人嘅，好 stereotypical。嘅樣噶啦，咁今日嘅貴格會就冇著成咁樣嘅，即係其實香港都有貴格會嘅，咁香港嘅貴格會嗰啲人咧就唔使著呢啲高帽嘅。咁喺光榮革命嘅嗰個時候嘅貴格會咧，其實係提倡咗即係早期嘅工運啦，即係佢哋係成立一啲職業工會，同埋咧係有一啲係即係類似食物銀行咁樣嘅交換銀行啦，同埋係勞動紙幣，即係去取代嗰、那個貨幣嗰個 fluctuation， 而係透過即係你勞動去換取個金錢。即係其實佢呢一啲嘗試咧，都係早期係嘗試回復到交換模式啲嘅一啲initiative 啦咁樣。咁成唔成功咧？咁樣我覺得。通常呢啲喺within個宗教嘅範疇入邊都係會成功，或者係喺大蕭條啊，喺 depression 嘅時候，即係會可以作為一種 remedy 係大家都歡迎。但係如果你要成為一個永續嘅，或者成為社會嘅 dominant 嘅交互模式咧，咁就會面對好多嘅攻擊啦。咁 anyway， 我哋。去到之後咧，其實成個歐洲咧都好似著咗火咁樣，即係可能係大家都已經對住呢一個國家絕對皇權好睇唔順眼啦。咁如果大家有睇《Les Misérables》，都會知道即係當時嘅歐洲嘅人其實係活得非常之慘，而同時亦都係因為本身以前你慘咪你自己慘嘅啫，咁你咪怨自己或者怨上帝咯咁樣。咁但係而家有咗印刷術喎，你慘之餘，你仲可以讀到其他人有幾慘，係咪？而點解我哋今日會知道《Les Misérables》嘅故事咧？都是因為有印刷術啫，咁樣就係因為 Victor Hugo 寫咗一本《Les Misérables》出嚟，然後通行咗成個歐洲，咁而令到大家都覺得哇，原來我哋受嘅呢一個狀態唔係得我自己喎，而係成大家都係受緊苦喎，咁不如揭竿起義啦。咁喺1789年咧，就法國大革命啦，咁樣。咁而我哋其實前兩次都有講過，後屘係有復辟嘅，即係其實查理一世斬咗查理一世個頭之後，查理二世復辟已經提示咗你，就係話如果你要開始你嘅guillotine啊，你嘅斷頭台嘅時候 ，might as well 就一次過要斬曬所有貴族嘅頭，如果唔係任何流住藍色血嘅人咧，都係有機會會復辟嘅。咁所以其實 in a way 即係點解喺之後嘅恐怖政治，即係會俾人覺得咁恐怖咧，就係佢真係殺咗好 X 多人。咁喺1848年就2月咧，亦都再發生歐洲革命啦。咁之後咧就擴展到好多嘅歐洲國家啦，咁樣甚至咧係去到拉丁美洲嘅國家都有起義添。即係你想象係基本上一個世界革命，即係原來嗰陣時嘅世界就係歐洲咁解嘅啫。就像馬克思嘅《資本論》都係，即係入邊所有講世界呢個 term 都係 quote and quote， 其實係講緊西歐。咁 anyway， 咁喺1848年呢一場革命咧，喺一年之後就失敗收場啦，咁樣而。
但是它的那個影響是永久的。為什麼呢？就是其實是令到很多當時的絕對皇權都是收檔的，例如包括的就是法國後來路易波拿巴未復辟的，它之後那個卡佩王朝都是正式收檔了。而丹麥呢也都那個絕對皇權就瓦解，在1849年呢就變成君主立憲，即是 你見到君主立憲制開始 是成為一個preferable option。 但是那個為什麼會 preferable， 是因為你另外那個 alternative 就要斬了你的頭嘛，那你當然會變得 preferable 啦。而奧達在同期呢，奧地利和匈牙利呢都廢除了農奴制，即是你見到歷史的巨輪都是向前。即是我在這裡即好像數白欖樣講講即係同以前中學西史啊差唔多啦咁樣。咁但係其實我 revisit 呢一段歷史嘅時候係幾感慨嘅，即係因為我覺得好多蛛絲馬跡都係同我哋而家嗰個社會係好相似咯。即係每都係有啲人受到壓迫，俾人迫害，跟住我哋就有一個 reaction。然後想嘗試去試一些新嘢，但係當你試嗰啲新嘢係開始規模化，開始俾人見到嘅時候，又會俾人 shut down， 會俾人 DQ 嘅。即係我覺得係而人民嘅歷史、人民嘅精神係唔會死咯。Anyway， 喺1848年之後咧，其實嗰個國家主導嗰個產業資本主義咧，其實係好蓬勃嘅。咁佢蓬勃喺邊咧？就係將一啲勞動力去商品化啦，咁樣。咁其實呢個過程係一嚟加深咗嗰個社會嘅貧富差異，另外一方面咧係令到一啲革命亦都係更加難去發生。咁而且係亦都有一個好大嘅轉捩點啊！以前中學唔會學到咧，就係、是在之前的社會革命，無論是 Levellers、Diggers、清教徒革命，以至是1848年 的歐洲革命都好，其實背後是有很多宗教的影子的，即包含在同期有聖西蒙主義，即是透過勞動、透過國家分配 去達至平等，這些其實背後都是一些有宗教 去推動啦。一來當然是宗教的力量真的很大，它那個平等主義、愛人如己也都是人人都可以懂的。但是在即1848年之後呢，就變得是即比較沒有那麼宗教性，即剛剛 Andrew 都說就是康德是覺得不應該以宗教，即或者他的 Invisible Church 基本上就是將教會的宗教性拎走啦。而另一個很大的原因，為什麼教會的宗教性或者在這 Revolution 裡面的位置越來越少呢，也都是因為有一個人的出現。這個人呢就是不是馬克思，即馬克思也有份的，但是早過馬克思的普魯東。普魯東你今天一聽就是哦黑旗，就是跟馬克思鬧交的，他是一個無政府主義者。Yeah，你可以咁講，佢亦都係一個瑞士人咁樣，即係你可以講好多有關普魯東嘅嘢，但係佢最特別嘅就係佢係最早去提倡科學社會主義嘅，即係話佢係最早將宗教排除喺社會主義嗰個範疇入邊，即係佢喺1840年就已經喺度講緊科學社會主義，就係你嗰啲愛與和平啊、大愛左膠嗰啲嘢就拎走先咁樣。我哋其實係一種以經濟學作為基礎嘅無政府主義，即係佢係透過去講述經濟嘅 mechanism 去解釋或者係論證點解係需要廢除私有產權啊，點解需要即係形成一個將國族資本國家都是洋氣的一個咁樣體制咧，咁樣。咁佢係反對國家再分配，即係佢係覺得你由國家去再分配咧，其實你係崩大咗國家啦，即係亦都係崩大咗對你自己嘅壓迫啦。而佢主張透過勞動者之間嗰啲互酬啊、交換，去達到平等化，即係嗱喺呢個位置，即係大家先圓覺你嗰啲 judgement， 即係我心入邊，我一路讀嘅時候都有個小天使咁樣話：喂，
唔得嘅喎，唔 work 嘅喎，咁 work 嘅就一早 work 咗啦。但係我哋而家 you know 重返咗歷史啊嘛，即係佢當然有俾人收皮嘅位，即係例如俾軍隊收皮啊咁樣。咁但係佢嘅嗰個獨特性，其實我覺得並谷行人啊捉得好好嘅，即係話佢係第一個。認為不需要透過宗教力量，你都可以達到交換模式的一個倡導者啦。咁同埋佢係即係認為啊，要揚棄以勞動力商品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經濟。嗱，呢度如果你新朋友，今日真係唔能夠去重新同你講一次乜嘢係勞動力商品啦，即係好似基本上你理解就好似。社畜咯，即係社畜嘅概念啦，或者邊個發明了翻工，就係、是、我哋今日要翻工嘅嗰個狀態，其實喺普魯東嘅時期係方興未艾，咁佢就覺得，咦，呢、這個未必係出路喎、哦。咁如果你想即係有興趣嘅，你可以再聽翻前兩集啦，咁樣即係去我哋嘅 YouTube channel。咁而同埋有一個好常見嘅誤解咧。是我都成日聽啲在圈嘅人去講，即係點解你會覺得馬克思同埋普魯東，即係紅旗同黑旗係唔啱呢，就係、是、有一個講法，就係、是、普魯東係主張經濟革命嘅，即係喺經濟上面以commune 去作為一種即係合作社或者係公社制度啦。咁而馬克思咧就係、是、覺得要透過政治革命嘅，就係、是、要奪取政權，跟住咧就係、是、去鬥死地主咁樣嘅嘢嚟噶。但係其實係呢一個二分咧係一個錯誤嚟，因為普魯東自己喺1848年咧都曾經去參選議員啦。贏埋添啦，並且以議員嘅身份咧去參與革命，咁所以佢並唔認為即係要揚棄，或者並唔認為咧係僅僅以經濟革命就夠嘅。咁以至喺巴黎公社嘅期間，普魯東嘅追隨者啦，因為當時佢已經即係唔喺度，佢哋嗰班人咧都係主張係要參與嗰個奪權嘅革命。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位置，經濟革命同埋政治革命咧係冇二分法嘅。咁 anyway， 所以喺普魯東佢嘅呢一個科學社會主義嘅命題之下咧，其實佢有一啲追隨者，包含咩人呢？包含係我哋好熟悉嘅恩格斯啦，同埋其他19世紀嘅社會主義運動嘅一班即係參與者、領導者，例如。Kosky 啊，咁啊順帶一提就係，所以好多時候咧，其實我哋對於科學社會主義嘅嗰一種理解咧，係呼恩格斯去 interpret 馬克思而得嚟嘅，即係或者係話好多我哋對於左翼嘅諗法，即係佢哋係覺得左膠係點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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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嗰一堆所有嘅呢一啲印象咧，其實係好多時候係 through 19世紀嘅社會主義運動而留落嚟嘅一啲片面嘅印象又好啊，一啲被 sugarcoated 嘅理論都好啦，而未必係真係反映馬克思自己本人嘅睇法嘅。咁 anyway， 嗱。我哋啱啱講咗普魯東嗰個革命性嘅位置，就係將宗教係拎走啦。點解要拎走嘅宗教咧？咁樣就係、是、因為其實交換模式啲啊，即係 association 呢樣嘢咧，係好容易被教會國家去收編嘅。即係例如透過一個神職人員所成立嘅體制去收編，我哋上幾次有講過，即係喺普遍宗教興起嘅時候，其實取代咗原本嘅巫術社會啦，咁亦都係即係取代咗原本嘅單一氏族嘅共同體啦，咁而係去慢慢形成一個跨國族、跨種族嘅一個大嘅帝國嘅 foundation， 咁並且咧係嘗試去解決。帝國嘅即係為皇帝去分憂啦，所以你會理解到點解羅馬會 pick up 咗基督教作為佢嘅國教咧？咁樣就係因為其實 in a way 教會係好幫得手嘅，即係嗰個
政權和神權呢是可以合作去處理啲社會問題，即係講得衰啲就係維穩啦咁樣。咁所以係即係喺社會革命入邊，其實都好容易出現呢一種狀態，就係話好似教會都是做緊一些善事，亦都係即係鼓勵緊人人平等的理念，似乎都是即係 you know suppose 係會企喺人民嗰邊啦。但係去到某個時候咧，然後咧佢都係會企翻喺建制嗰邊，而係參與去修編嘅。咁問題就嚟啦，即係嗰個矛盾就係話，咁我哋有如果我哋唔否定佢宗教咧？就實現不到社會主義啦 ，quote and quote 社會主義。咁但係如果否定咗宗教咧，我哋又揭示唔到呢個交換模式 D 呢個倫理喎。咁點算啊？所以即係宗教倫理，然後 way 咧就好似嬰兒與糟水啊，即係 don't throw away the baby with the bath water。而似乎喺呢個位，我哋就陷入咗一種兩難，就係我既要有某一種宗教嘅平等主義。但是又不可以，即是又不可以有得宗教慢慢形成翻教会国家咁样嘅体制，咁所以就出现咗康德嘅个所谓 invisible church 嘅理念啦，就系话不如我哋唔好谂特定嘅宗教，我哋谂一种 universal 嘅道德，系无论你信咩教都好，都系可以透过你嘅纯粹理性咧，系 apply 可以 deduce 到出嚟嘅。咁呢個咧就係中就係康德嗰個貢獻啦。咁康德係咩人呢？即係如果你唔係讀哲學，可能都未必聽過啦咁樣。咁佢係一個喺1724年出生喺普魯士嘅我哋今日會話係德國人啦，即係佢係普魯士人咁樣。咁而佢係被譽為現代哲學之父嘅。咁佢一生咧就其實寫過四本書嘅啫，其中三本就係、是我哋叫做三大批判啦。分別就是純粹理性批判、實踐理性批判和 Critique of Judgment 即是判斷力批判這三本。他最主要的關心就是究竟人的理性如何可能呢，即是他探討著人的理性的 foundation， 為什麼我們可以落到某一種判斷，即例如什麼是對、什麼是錯、什麼是道德、什麼是咩系唔道德？究竟我嘅義務係啲咩？以及係咩係美？咩係即係咩係 judgement 啊？而點解我哋可以落到呢一啲 judgement 咧？後面係有一堆嘅條件去促使到我哋落到呢一啲 judgement。咁而我喺 notes 入邊咧就 include 咗兩張相。點解咧？因為康德咧係成日俾人撈亂另外一個人咧，就係 Frederick Henry Jacobi 嘅。咁佢係一個即係康德嘅批評者，但係因為佢個樣咧係即係佢嗰幅油畫啦，佢個髮型係同康德係好似嘅，就成日俾人用嚟去代表康德，但係其實唔係，佢係靚仔好多咁樣。OK， 咁所以我喺落個 footnote 就為康德平反。雖然康德是呢个老同志，但系康德是很靓仔的我一路 reach， 唔系啊，系康德其实系唔靓仔嗰个，唔好意思。哦，系咩 ？Sorry 啊。系啊。哦，咁唔怪得知系一个老同志啊。系啊 ，exactly， 即系喺我 research 嘅过程入边见到另一哲学都系用错咗张相。另一哲学唔系成日俾人笑咩？但系系啊。不怕說是啦，咁就但係其實係 throughout the world 都成日俾人撈亂嘅咁樣。咁講翻康德啦，咁佢假設你唔係讀哲學咁樣，就我可以大概簡介。如果你係讀哲學嘅話，就你聽到我講錯嘢就唔好讀飽我啦。你可以 PM 我嗱。康德咧係一個倫理絕對論者，點解咧？即係佢係相對於 A.K. 倫理相對論者啦，即係佢康德認為咧係可以事情係可以分絕對嘅對錯，即係你 either 就係啱 ，either 就係錯。而佢咧又提佢嘅喺佢嘅道德嘅理論入邊咧，我一般會稱為 deontology 義務論。義務論係啲咩咧？就係利用一啲規則去量度道德對錯，即係佢有啲尺。去俾你 measure 下啊，咁你做嗰樣嘢係啱定錯，你使唔使負上道德責任咧？咁樣
咁你聽到喂好正路啫咁樣，咁但係咧其實佢嘅對陽就係後果論，即係話你按照你做嘅事情嘅後果去決定你應唔應該做。即系嚟，而呢个后果论最为人熟知嘅就系功利主义啦，即系话你做嘅嘢令到越多人开心就越好，咁其实系睇后果啊嘛。咁但系康德咧就系属于义务论嘅，就系、是、觉得我唔理你个你做咗行为嘅后果啦，反正你做嘅时候符合某一啲道德原则咧，咁你就啱；唔符合嘅，咁你就错。咁有啲咩道德原則呢？咁佢首先咧就分咗人嘅行為咧係有幾個律令嘅，其中兩個律令咧就係最關事啦，喺我哋今日嘅討論入邊。第一個律令就係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即係你要做一啲嘢啦，即係一個命令咁樣。hypothetical 就係假設，即係或者係喺個中文翻譯咧就係假言律令。咁其實係啲咩咧？咁我要超越啦，就係話我哋如果我想要結果 B， 我就要做行動 A。即係話，例如如果我想要Tommy 去幫我請寫一篇嘢咧，咁我就要請佢食飯咁樣。咁呢一個咧，食飯應該唔夠，寫乜寫到頭肚而家。係啦，咁我 Tommy 就再修訂咗嗰個條件啦。咁所以如果要 Tommy 去做幫我寫嘢咧，咁我就要可能要。I don't know， 買架車俾佢啦。Anyway， 咁呢個咧係以人嘅慾望去做準則嘅，咁就叫做 hypothetical imperative。咁事實上，我哋人嘅大部分行為都係呢種模式啊，即係因為我要 B， 所以我就做 A。咁我做嘅 A 就會得到 B 咁樣，即係拍拖都會嘅，即係你覺得啊，因為我想女朋友開心，咁我就買個手袋俾佢咁樣。咁而呢樣嘢係 OK 嘅，即係康德係冇任何 judgement 喺度，但係佢就話有另一種律令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定然律令。嗱呢度就關道德事啦，就係話無論係你嘅慾望係點，或者你嘅結果係點咧，你呢一啲行動咧係純粹由你嘅理性而嚟嘅道德責任。即是说你觉得有些事应该要做，以之所至，那就匹夫有责，或者是你舍我其谁这样。就是说黑白是良知，你要做的就是要做的了，这样要死都是要死的了，松容就义。那这一些呢就叫做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定然律令。这个定然律令呢就不是你特别是个道德論咁樣先至受佢規範嘅，即係事實上，你無論你係咪道德論，你都係會受佢規範嘅。只不過你選擇你跟唔跟佢嚟做嘅啫。即係所謂黑白是良知，就係話你其實你點都知道乜嘢係啱咩錯。呢、這個唔需要教宗同你講，唔使陳君同你講，亦都唔使任何你嘅 guru 啊乜都好同去解釋俾你聽，或者我哋啦呢班咁嘅喺 clubhouse 上面嘅 host 咁同你講你應該要支持社會主義革命咁樣，其實係唔關事嘅。根本你從你自己理性入面就 deduce 到一啲呢一啲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出嚟，應該做啲咩？不应该做啲咩，已经内在于你。咁而佢亦都咧系规范紧我哋，而令我哋去负上责任。即系例如你唔做一啲嘢，其实都系会负上责任。你睇住个人死咁样，你都 in a way 负上令佢失救嘅责任啦，系咪？咁而呢一个同佢嘅，即系我啱啱讲康德个 research 系佢对于人的理性如何可能是非常感兴趣的嘛。所以他就后面有一大堆 的理论 去 back up 这一样东西，就是说为什么你从理性就可以得到一个这样的律令呢？并且这个律令呢是有普遍力的，就
即係話係無論對於任何人都好，你都係會咁做噶啦。咁點樣推論到呢一個咁樣嘅道義責任咧？咁樣咁有兩個原則嘅。第一個就係我啱啱講咗，就係、是、普遍力原則。呢、這個原則咧就係話，其實大家都有聽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咁如果己所欲咧，即係唔知道你有冇諗過啊？如果己所欲，咁康德就話，如果己所欲嘅話，就全世界都可以做。即係話，如果你覺得你可以做嘅話，咁你就要全世界都可以做。即係如果你覺得康德原來係胖虎嚟嘅，係啊，忌安啊，應該係叫。係啊，係啊，即係如果你，我都唔。即如果你是怎么说，你觉得你可以偷东西的话，就全世界都可以偷东西。你觉得你可以夜晚睡觉不锁门，然后全世界都可以不锁门，那 let's say 是这样。那他这个原则就是说按普遍为真的原则去做，而且呢是有几个条件，就是他要有一致性，你是不可以双重标准。不可以当你自己的例外，你即系你话我全世界都不可以偷嘢，但是我可以咁样，咁呢样嘢咧就唔得嘅，喺康德入边嚟讲。仲有一样条件就系佢唔呢个普遍力原则咧系唔睇结果嘅，即系话呢个唔睇结果，我啱啱讲咗啦，因为佢系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啊嘛，佢。是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但它会引起一些理论上面的麻烦，我一会会讲。它就说己所欲全世界都可以做，那当你真的做的时候，例如你真的走了去偷东西，偷了一只金标或者偷了一只野狗也好，你等于鼓励全部人都跟着做。那就是说如果你今天讲大话的话，即是说你是鼓励全世界都讲大话，那你就会可能会说冤枉的包大人这样臣妾做不到。其实呢他康德都不是真的那么天真或者那么浪漫的，但是 他就是说你需要秉持着这个普遍力的原则，你才可以讲到究竟你是不是负上到一个道德责任。例如是什么呢？例如其中一个他很常用或者被人 challenge 的 case 呢，就是说他那时未有原来未有纳粹德国，但是 我 frame 了那个 case 是纳粹 SS 党要去刮啲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咁然后你收埋咗犹太人屋企，咁你对住 SS 党卫军你讲唔讲大话呢？即是你说我屋企冇犹太人。咁如果按照康德嗰个普遍力原则，即是说讲大话呢样嘢系唔啱嘅，就全世界都唔啱，你都唔可以做。咁你喺嗰位，你明明就觉得唔系、讲大话救咗犹太人，咁先至系好啊嘛。咁康德就会话唔系，你谂下，可能喺你挡住嗰个SS 党卫军嘅时候，那个犹太人喺后门走咗出去，跟住嗰个党卫军听完你话，哦，你屋企冇后犹太人，咁佢就走去下一条街啦。咁喺途中就遇上啱啱喺你后门走咗出去嗰个犹太人，然后一枪就拍咗佢。咁喺呢个 case 入边，你咪要为嗰个犹太人负上责任咯，因为你讲咗大话而累死佢咁样。咁而佢就话，如果你喺嗰个 scenario 入边，你唔讲大话嘅话，你可以用其他方法，即系你一系就死口不认啦，或者系话尝试去以理说服啦。即系我都唔知纳粹党卫军系咪可以以理说服，但系你识系咁啦。而嗰个纳粹党卫军唔信你，夹硬冲入间屋，然后拍咗个犹太人。咁喺呢个 case 入边，你就唔使为咗犹太人嘅死咧系负上道德责任。而耿耿是那个杀人的人是要负上道德责任，因为杀人是 universally 不对的嘛。所以在这个位置很多人都会觉得很 mindful 的，但是他康德就是说这个普遍力原则就是很清楚这样去讲，同埋是任何人用过理性都得，即是你不需要有一个法官去再仲裁，而你透过自己理性就已经可以得出这个结论的普遍力。
咁佢仲有第二個原則嘅，就係、The Golden Rule 人道原則。呢、這個 Golden Rule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嘅，就係、不要僅將他人作為手段，亦都要作為目的本身。即係英文咧就係、Don't treat others merely as means, but also as ends themselves。咁係咩係手段，咩係目的呢？即係我容許我講得粗俗啲，就係我哋成日都話，做個 condom 啦。咁其實做個 condom 就係做咗一件物件啦，咁樣。咁呢個係關係到康德對於人嘅理解，即係康德係覺得人係理性同埋自主嘅，即係我哋係一個 autonomy， 我哋可以定立自己人生嘅目標同埋係為之奮發。但係喺個過程入邊，我哋亦都係無可避免咁樣會用一啲嘢啦，去達至呢啲目標啦，係咪？即係例如我哋會利用個手袋去探女朋友咁樣。咁然後希望佢結婚，咁或者係用世界萬物去助長我哋嘅經濟，係咪？咁但係同時我哋都會用人嘅，即係先唔好講到係奴隸制度先啦，咁樣，而係點都即係就算你喺一個普通公司度做嘢，咁你點都會有同事，你都會用你嘅同事啊 ，OK？ 咁你亦都會俾你嘅 boss 去用啦，咁樣。咁呢個時候我哋係咪？物化女性咁樣，物化自己係嘅，即係康德冇否認一樣嘢，你係物化緊自己 ，OK？ 咁但係同時，你亦都唔僅僅係一件物件啦。我唔知道你老細點對你啦，咁樣。咁但係 ，at least 我哋喺呢個過程入邊，其實可以 bear in mind 就係話，其實我哋亦都會 take into account 其他人嘅 well-being， 而去嘗試去滿足嗰啲嘢，即係例如你都會出糧俾佢啊，俾個dignity 嘅 wage 啊，咁樣即係而唔似港鐵咁樣啦，即係去刻薄嗰啲外判清潔工人。咁所以喺呢一個情況之下咧，康德嘅理想就係形成一個叫做 Kingdom of Ants 目的王國。喺呢個王國入邊咧，係冇人需要做 condom， 每個人都可以為自己嘅目標去奮發咁樣。咁以上咧就係康德嘅嗰個義務論嘅一啲精要啦，我唔能夠 dig too deep 啊。咁但係咧喺呢度有個寬鬆咧，就係話，並嗰行人話，其實呢一個義務論係包含過去與未來嘅人嘅意思係咩咧？就係話我哋唔單止唔好將身邊嘅手足當係 condom。你亦都唔好將未來嘅人當係 condom， 即係有一啲人係未出世噶嘛。即係如果我哋，如果你有聽過，而家有啲後生仔會話啲人係廢腦咁樣，其實 in a way 嗰種 resentment 喺邊度嚟咧？即係嗰 resentment 就係源自於覺得佢哋係jeopardize 緊我哋嘅 future 啦，即係佢哋係唔 care 我哋嘅 well-being， 將我哋一整代人當係 condom 啦 ，no fit in society 啦，放棄咗我哋啦，係咪？咁先至會產生呢種所謂對廢老嘅 resentment。但係你想象呢種 resentment， 其實我哋下一代一樣會投射落我哋度，就係當我哋唔去以佢哋嘅 well-being 為目的本身，而純粹予取予攜咁樣去享用呢個大自然。同埋呢個地球嘅資源耗盡咗，然後就留低一個好似屎咁嘅世界俾佢哋咧。咁佢哋都會係，即係佢哋都會講自己做 condom 啦。而如果大家有睇《天能》呢套戲嘅話咧，就係佢嗰故事劇透下，佢嗰故事嘅背景就係話未來嘅人係特登 time travel 翻嚟而家，要殺曬啲而家嘅地球人去挽救佢哋未來嘅世界啊嘛。其實呢個悖論係好有趣，佢起碼係 demonstrate 咗其實未來嘅人都係有 agency。無論是不是你的血緣的下一代，可能是其他人的下一代都好，他們都是在我們的決定裡面是會受到影響，而我們都無可避免地為他們的人生是負起了這個道德責任。我是絕對有資格去講這件事，因為我記憶 OK， 我是不打算有仔女，但是我是基和不打算有仔女這件事呢，是不代表我是可以殖民這個地球，然後呢就揮霍一餐之後，哦，我死了，不關我事，拜拜，走先啦，不是這樣，而是我仍然是為其他人的子女及人類未來的下一代呢，是
要 去思考怎樣才是對他們的目的本身，對他們的 well-being， 對他們的自主 去負上責任，令到他們可以命運自主，簡單一點來說就是。而丙哥行人呢，他如果從他的交換模式來說，他就是說康德的這一種內在義務是有強迫性，他是壓抑緊嗰個交換模式 A 的護酬，即是話佢其實是一個嘗試去超越一種護酬性，即係唔係因為護酬就係、是康德佢所講的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啦，即係以慾望為準則，為咗達到某個結果，即係例如有翻啲 benefit 而做嘅行動咁樣，咁佢就壓抑咗呢樣嘢。咁正如我亦都冇可能從下一代嘅身上去得到啲任何嘢噶嘛，而我哋嘅上一代，我哋啲祖先，亦都冇可能喺我哋身上刮到一啲文字文膏俾翻佢哋啦。即係我哋除咗上香俾佢哋，實在係無以為報嘅啫，係咪？佢都死咗。咁所以其實呢一個咁樣嘅思維咧，係壓抑緊互酬嘅 mechanism， 而達至一個所謂交換模式啲嘅更高層次嘅顯現。因此康德呢其實是比後他的後學呢是稱為德國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者，他是而他有除了在理念上之外，其實他也有某一種實踐，就是他有提出過一些小生產者的協同工會啦，即是一些手作仔的工會，你想就好像今天的黃色經濟圈一樣。而丙谷行人呢就話其實佢呢個嘗試 in a way 都失敗嘅。點解咧？因為佢係一個資本主義擴張緊嘅情況之下咧，咁佢當時喺普魯士嘅一個小鎮叫做 Königsberg 啦，即係可譯做皇城咁嘅地方。咁其實都係一啲小即係整錶啊，整啲小生產嘅工匠嘅地方。咁亦都係受住嗰個工業化大規模生產嘅排擠咁樣，慢慢都係淘汰緊。咁所以丙哥行人就話，其實佢呢啲咁樣嘅小商會嘅 initiative 咧，好快都會被分為資本同埋僱用勞動呢兩個極端嘅，即係話點都會有所謂老細同埋打工仔兩個對立。在我們的黃色經濟圈的討論裡面經常都有個說法，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就是有些朋友會說其實老闆王是緊要過員工王，為什麼呢？因為老闆會多一些多一些 power 去無論去做一些事、或者是去運籌帷幄，去用那些資本 去可能放在一些合適的地方做合適的事等等。而員工呢，因為始終你是打工仔，你養起自己已經是很慢行了，其實你沒有 過多的資源，所以你個人是黃定藍其實不是很重要。不知道 你覺得這樣的講法合不合理，但如果順著這個思路，黃色商會也很快會變得是壓榨勞工，即所以勞工組都不少次是即去幫一些黃店的打工仔是去追討欠薪，或者有迷之音，就是有 某些人就說美心就請最多手足啦。這個其實都是一個無可奈何，即是說你在一個龐大資本 的打壓底下，你的小資本小生產者都是會被分化為資本和僱傭勞動兩種關係。在丙谷行人呢，他就說就我們之前不是有說呢，我們講產業資本的時候呢，我們不是說其實 Labor無論你怎樣做都好，最後都是被資本剝削的嘛。所以其實 你基本上你叫做賺藍養黃呢，其實你去被剝削，你已經是即係 favor 緊資方，即係 capital 嗰邊咯。係啊，即係如果真的要講的話，所謂的賺藍養黃，其實你 under 某 let's say 藍色資本，你 under 佢做嘢嘅時候，其實你係你覺得你好似賺緊佢錢咁，但係實際上你係俾佢剝削緊。
除非你可以做到咧，完全做嘢即系八出糧咁樣，咁我處理唔漲啦，佢都處理唔漲啦。咁但係問題，如果唔係，你就一直處於一個被剝削嘅狀態。咁如果呢個狀態，其實你某程度上係幫佢累積緊資本嘅。係啊，係啊，即係所以我覺得你議員嘅嗰個 model 係你最尾變咗好似一隻老鼠喺度跑迷宮咁樣咯。即系你系啊，条路都系骨头路，系啊，同埋其实呢个 point 包都系即系纯粹啲人攞出嚟批斗嘅啫，讲真系啦系啦，即系冇嘢揾嘢嚟讲咁样。即系当我哋唔能够 transcend 或者系宏观咁样睇全局嘅时候，喺 A 骨头行嘅老鼠就开始批斗 B 骨头行嘅老鼠，大家互相指责，但系其实最尾就系、是、就系、是、分化啫，而系啊，而大家见唔到一个超越咯。但系其实每一个人嘅。的初心都是想反抗壓迫的，即我覺得這件事可以肯定，而另外一個人就說，所以我們要揚起一次過揚起完，如果用沙特的說話就是你不能不反抗你焗住的是的，但你越看歷史，即例如我們這個節目的進程就好像即一學眼淚，即是說歷史上那麼多人都試過不同的東西，但最後都是被人收皮。咁而喺即系嗱，康德喺佢個 Kernberg 嘅 initiative 就唔成功啦咁樣。咁但系佢咧就提出咗一個好宏大嘅藍圖，就係世界共和國，就係啱啱Andrew 都有提過。咁當時嘅背景咧就係法國大革命。1795年咧，康德即係見住法國大革命嘅影響咧，咁佢又參一腳就出版一本小冊子咧，就係、是《永久和平論》。咁呢本小冊子，即係我啱啱講咧，其實喺歐洲即係印刷術嘅影響力係好大嘅。咁佢係呢個小冊子就提倡歐洲各國咧，即係當時仍然係皇權嘅各國咧，就透過簽署條約去停止戰爭。即係我哋今日聽落就話乜乜條約，乜條約，即係成日都聽啦。但係其實喺嗰陣時咧係一件好新嘅事嚟。咁而同埋喺康德再生嘅時候係冇人聽佢，仲有好多人笑佢添。即係尤其是係佢喺本小冊子入邊都已經戴曬頭盔，就係話嗰啲 political pragmatists 啊，或者 real politics 嘅嗰啲人咧，就會係笑佢天真。咁但係佢 despite 呢一啲咁樣嘅批評，仍然要提出一個永久和平嘅藍圖同埋小冊，即係一個 pamphlet 啦，去希望令到即係各國係可以摒棄用戰爭去解決爭端嘅呢個 mechanism。 咁而佢呢個俾人笑咗幾百年，有咩一路去到19世紀末咧，先至喺一系列嘅和平會議入邊咧，再次復甦，俾人翻箱倒籠咁炒翻出嚟。咁點解會炒翻出嚟咁啊？梗係因為打完戰爭之後，即係頹垣敗瓦，大家需要一啲嘅理論資源啦。咁就影響咗後屘我哋好熟知嘅國際聯盟啦，即係1920年到1946年一個歐洲嘅聯盟啦。1945年成立嘅聯合國，同埋1993年嘅歐盟咁。咁呢一啲嘅區域嘅合作嘅組織咧，其實都係源自於康德嘅呢一本《永久和平論》，係定立咗一個基礎嘅咁樣。咁其實即係尤其是係我見到入邊有一啲嘅提倡咧，係其實如果大家喺康德當年係願意遵守嘅話，好可能就已經可以 prevent 咗第二次世界大戰添嘅啦。咁有咩有幾個基礎啊？第一個基礎咧，康德話就係話和平只能係永久嘅，即係話佢講嘅永久和平唔係兩個字嚟嘅，即係你覺得永久同埋和平咯，即係話你將和平拉長啲，再拉長啲，再拉長啲，咪永久咯，即係你會咁諗。佢又唔係，康德就用咗一個字，一個單字叫做 pluralismus。咁呢個字係點解咧？就係、是、得一個意思，就係永久嘅和平，即係。佢就係一個 term 嚟嘅，唔係兩個字嚟，係一個 term， 就係永久和平咯。咁所以咧，佢
就講啦，呢一個唔係一個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並唔係哦，因為我想重建愛國家，所以我要停戰。就呢個咪就係啱啱講嘅 hypothetical imperative 咯，因為 B， 所以我就 A， 因為我想要得到結果，所以我就做呢個行動。咁唔係嘅，呢一個永久和平係一個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嚟嘅。第二個基礎就係話，唔可以用上一個和平條約嘅內容去作為重啟戰爭嘅引子，即係話你唔可以話因為哦上次戰爭咧，我俾咗塊地你啊，咁因此咧，今次戰即係嗰陣時啊，真係唔 fair 啦，所以我就要再打過咁樣。咁呢個論述唔知聽落係咪好熟咧？即係基本上係第一次世界大戰同埋第二次世界大戰都係因為咁樣嘅爭端咧，而 kind of 係重啟嘅。咁而戰爭嘅狀態係呢個係康德講，我啱啱講啦，康德唔係一個天真教，佢係話戰爭狀態係恆常存在，基本上。Hobbes 講的那個自然狀態咁樣，就係咁樣戰爭，人同人之間敵對啦，和平是短暫，但係因為咁，所以更加要創造和平。而戰爭不是解決爭端的方式，亦都不可以被當作是解決爭端的手段。點解咧？因為戰爭是有一個摧毀一切的 drive 嚟，佢係。即自動就係會去毀滅一切啦，亦都包含當佢冇嘢再毀滅嘅時候，就會自我毀滅。所以佢本身咧，其實係有一個寄生嘅性質，即係話佢係寄生喺其他嘢上面嘅。接住落嚟，佢就話和平咧就係理性嘅絕對要求，即係啱啱講啦 ，categorical imperative 呢個係每個人嘅為咗保障每個人嘅自主。而你在理性純粹理性入邊就可以 derive 到出嚟的一個結果就是要和平啦。而當超越了個人的範疇，如果在國家之間咧，佢亦都會係尊重各國的主權，即係例如佢係話你唔可以派啲 spy 去策反其他國家嘅咁樣。咁即係當然你今日口會話，喂，咁如果一個國家係侵犯人權，咁唔通我唔可以打柒佢咩？Actually 咧，如果根據呢個聯合國嘅國際法咧，係的確唔可以，即係其實呢個係 contradict to sovereign 呢樣嘢，即係你聯合國就係一個由 sovereign 去組成嘅組織啦。咁而你因為其他國家唔夠你嗰咁進步，就去攻打佢咧，咁呢個係這個是 contradict 咗，或者係backing the question， 或者係即係自我矛盾咗，即係你一方面承認國家嘅主權，先至可以 form 到聯合國啦，但一方面你又唔尊重其他國家嘅主權。咁所以即係 in a way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哎，有啲敏感嘅，即係覺得，哎，唔係啦。如果有啲國家係侵犯人權嘅話，咁啊，梗係要我去大佬啦，係咪？咁所以呢度 kind of 你就要同康德去拗啦。咁並且咧，康德咧就話和平咧係應該藉由法權去被創造。話呢度有啲複雜，即係唔知佢講乜。咁佢其實講咩咧？就係法權就係 grant， 即係我哋一般會講係權利啦，即係天賦人權就係 grant the norm 啦。咁而亦同時亦都係法律咁解，即係話和平咧唔係你噏完就算，佢一定要係被寫落去法律入邊。咁而且咧，佢就話啦，因此和平咧係法權嘅合目的性同埋存在理由，即係話點解你會有法律呢樣嘢，或者係點解我要臣服於一個高於我自己嘅明明規範性嘅或侵犯緊我自由嘅嘢，要限制我自由嘅嘢咧？這個合理性只能是由和平而來，就是為了和平，所以我們要限制每一個人的自由，但這個限制是公平的，就是每個人都是受同樣的限制。而他就說了，沒有作用的法權不是法權，
即係話雖然呢個道德義務係意志力純粹咁樣 derive 出嚟，但一定要考慮到現實條件嘅可行性。即係話如果佢執行唔到咧，咁呢個就唔係和平嚟嘅。即係所以如果你話康德係天真交都好咧，佢都係會認為呢一個 treaty 咧係要有壓力嘅，係要執行到，係要有法律去限制佢嘅。咁所以即係 in a way 佢都係 preemptively 去回應咗一啲批評啦咁樣。咁所以丙谷恆人按照佢嘅呢一個邁向永久和平嘅解釋啦，佢就認為啊，康德嘅世界共和國咧，就是指國家之間的和平嘛，就不是指暫時停戰，即是你說不是打仗，即不是不打仗就等於和平，而是你要消滅一種國與國之間的敵對狀態。那暗含著呢，其實就是國家的終結，因為如果你根據霍布斯那個讓道主權比利維坦的理論，其實在國與國之間你一定是會產生一個敵對的狀態，所以你只有令到國家這件事去終結呢，才可以真正地達到永久的和平的。而怎樣才可以做到這種國家的終結或者揚起啦，那個必要條件呢，就是要消除在經濟上面的不平等，達至一個交換的正義。咁呢個位咧，其實即係丙谷恆人喺呢本書入邊就冇多提嘅，但係佢喺另外一本書，喺佢嘅叫做《新聯合主義運動原則》嘅呢個小冊子入邊，佢就講咗，佢想參考好似聯合國農糧組織咁樣，即係話喺國際間嘅 trading 啦，或者係物資的分配是透過一個很平面的義務組織 去互相去交換，即基本上好像我們去派一些人道物資，但是你就可以派你的 LV 袋啊、西班牙黑毛豬啊、岩鹽啊這樣，而是可以大家自由和不剝削地去達成這件事，這樣就可以消除到經濟上面的不平等了。而他最尾在这个 chapter 的结论就是说，任何言论如果忽略了资本和国家这两资本和国家这两个要素的任何一个呢，都是空谈。即如果去理解这个结论的话，就是说当我们说我要天生放纵爱自由，即是你不羁放纵之余，其實我們仍然是要考慮究竟我們是給什麼的 forces 去 oppress 的呢，即是在香港來說，我們的壓迫是很多重，即是我們既有來自於威權主義專制體制的壓迫，同時也有來自於資本市場的壓迫，即例如地產霸權，即是你不會因為你受到威權主義的壓迫 而同時 你租金便宜了，你下個月不用交租的嘛，我們仍然是受緊這些資本市場壓迫，但是同時似乎有一些我們的自由是來自於資本市場，即是如果香港不是一個金融中心，可能我們沒有今天達到的這一種個人自由，即是其實它是有解放性，那怎麼辦啊，是不是要二選一呢？那最差的情況當然是兩邊都沒有，即是既沒有自由也都沒有平等啦，咁啊，差少少就係即係有自由，但係冇平等啦。咁而最好嘅狀態就係、是、而丙谷恆直情係話，最好嘅狀態就係你唯一可以爭取嘅狀態就係既自由亦都係平等，就是、要去同時將國家同資本咧係同時揚氣，即係揚氣嘅意思。我上次有講話係make obsolete， 即好似係拋諸腦後咁樣，即而唔係話你要去攞軍火啊乜乜乜乜啊，我冇喺度 advocate for 呢樣嘢，即但係令到某一個體制咧係變得過時咁樣嘅意思。咁所以即去到呢個位，我哋終於進入咗，首先就係好近代嘅歷史發展啦，第二就係 very close to home， 即我哋每一個人都有經歷過，即無論你的政治立場是怎樣，即你怎都有經歷過這個爭取自由或者感受壓迫的個過程。然後在這個迷宮走到這個位置，即我們透過回望過去，亦都是可以
即係見到係未來我哋可以採取咩可能嘅行動啦，咁樣。咁接住話咧，我就交俾阿 Tommy 去講啦。即係上個世紀我哋見到嘅社會主義同埋國家主義，即係點樣係去營造咗我哋今日見到嘅社會啊？我想讲的就是接住落嚟，我想我要讲的咧，我怕我会讲到四点。我们而家其实已经做了两个半钟，不如我下个礼拜继续好唔好？因为如果咁样录法都两个几钟啦，而家都。同埋因为我其实好中意接住落嚟嗰一章噶，即系咧佢引入我卖个关子啦，佢其实下一章咧，佢会围绕住一个大家成日听嘅一句口号去讲嘅。咁嗰句口号就系法国大革命嘅口号啦，自由、平等、博爱啦。即系佢书上面写自由、平等、友爱嘅。咁但系我哋平时就应该听开就系博爱嘅咁样啦。咁咧，我觉得我第一次听，即系我第一次认知到呢一个 slogan 可以咁样去。叫做咩啊？解構又好，或者去 understand 佢又好。咁啊，我覺得呢篇差唔多係我睇咗咁耐，即系我唔會話佢係最寫得最好啦，但系對我嚟講係最有趣嘅嗰一篇嚟。所以係咯，我驚我一唔小心就講太耐，不如我留翻 下次再講啦。咁大家敬請期待下星期嘅《哲學的慰藉》。好啊，咁我哋今個禮拜就去到呢度啦。咁如果對於康德係即係仲想了解多啲嘅話，即係歡迎參考我哋個 notes 啦，咁樣同埋即係可能我都 suggest 一啲補充資料，下個禮拜可以同大家分享下。但係我自己都好開心，即係我今個禮拜可以 revisit 康德佢嘅義務論，而發覺即係佢對我哋作為即係參與社會運動嘅人啦，或者純粹成為 cosmopolitan 人類社會一員，其實都有好大嘅啟示咯。所以即係亦都係非常之希望大家可以透過呢個節目咧，係了解康德嘅哲學嘅。剛才你跟 Andrew 說的那些我回去再聽了幾次，聽到拗爆頭不知道說什麼，因為我可能大家沒聽到一開始都未必會知道，就是小弟呢是完全零哲學底的，所以剛才呢就不太知道說什麼，即聽得叫做聽得明白的，但是我回去再摸一下他，大家就是的，我估如果有同一樣的情況就大家一起加油啦。好啦，我播 outro 啦。晚安，拜拜。